Hello， 大家好，我们的直播开始喽。Hello， 我们来喽，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直播开始啦，谢谢大家，谢谢代码扣遮瑕膏，你们就等着遮瑕膏了，对不对？好的，谢谢你们的支持哦，喜欢佳琪姐的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多多关注，谢谢大家。踩着点来的，真的吗？那谢谢你的支持，好了，我们的直播开始了，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大家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的产品呢，差不多会有个20个左右的东西给大家。然后我们今天晚上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美妆也会有几个大牌的美妆，包括很多性价比很高的又好用的美妆给到大家。然后今天我们的背景呢，也是我们生活节的一个植物背景，因为我们那个新的直播间马上就要开始拼装起来了，就是、感觉这个直播间好像历时很久，就是做了一个什么摩天大楼的感觉出来了，是不是？就真的，我们跟你说，就是直播间做了一次，然后我不满意，然后直接把它拆掉，然后又再做一次，然后所以这个新的直播间会在八月份给大家来见面，但是八月初就会跟大家来见面，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佳琪直播间的新的直播间。好不好？好，新的直播间，因为这段时间呢明星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没有选择在家里面做直播。然后我的直播间的话，以后也会有到一些就是背景展示啊等等等等，然后会更加的专业，更加的好玩，更加的有趣，让大家看到直播的时候是更加丰富的内容啊，好不好？谢谢你们的支持啊，期待，真的吗？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这个是过渡期啊，因为这没办法，天天被赶来赶去，我们这个地方要装修了，我们开会去下个地方直播。对，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换的地方，好不好？谢谢大家。看狗狗，狗狗去接了。对的，他们在外面玩，然后他们去接狗狗了。Never 马上来，我没有雪藏 Never， 好不好？因为你知道现在网上的人说，他说 Never 是不是李佳琦雪藏了吗？为什么 Never 10天没有出镜了？我们的 I Never 呢在哪里？对不对 ？Never 很想看他，他有个3-4天没有洗澡了，对，就不知道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一个状态。所以那个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佳琦直播间，等一下 Never 就来了啊、哦，等一下给你们看 Never， 看小猪猪，好不好？好。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先看一只我们同事的一只狗狗，是。哇，我跟你们说真的萌化。你们看，你说你们好，我是 you， 你们看哦，怎么这么小啊？怎么这么可爱哦、啊？我感觉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口袋里面，好可爱哦、啊！这是我同事的一只狗狗，他们今天在就是公司玩，哇，是不是好可爱？是不是超可爱？我跟你说，它不能被 Never 看到，它被 Never 看到应该就是完蛋 ，Never 整个就是不行，对，整个吃掉。好不好？你说谢谢大家。你说我是直播间的新朋友呢。你说你们好，我叫百亿。他的名字特别有钱，他的名字叫百亿。你说我是个小弟弟，对的，我是个小男生。Hello， 你们好啊，太可爱了，对啊，太可爱了。我以前也养过一只，就是博美。对的，因为这种球形博美真的就是超级可爱，然后每天就是跳跳跳这样蹦啊蹦啊蹦的感觉。他叫百亿，对，他叫百亿。野人要来凶了，我跟你说，如果看 Never 看到我在这里把这个就是这只百亿在直播间给大家做展示，我 Never 肯定会疯掉，他肯定会把我想要杀掉我。女明星的嫉妒，女明星很嫉妒，女明星牙就来了，看看底下女明星的反应是什么样子，好不好？他是谁啊？他是我同事的一只狗狗，是，对的，好吗？谢谢大家，你说先看我们吧。Never 还没有来，我也想要有一点点就是名气呢。百亿，你拜拜，我跟你说，现在就是让你直播一晚上。就把你放在就胸口不让你走了，你会拜拜吗？百亿，你会不会？他说我还不会，我太年轻了我。诶，他的耳朵会竖起来，他在听声音。对。所以百亿，你觉得我吵不吵？很吵。闭耳。就是闭耳，就真的太吵，就耳朵会炸掉。换狗狗了，没有。对的，这是我们同事的狗狗，先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的狗还在外面玩呢，在赶来的路上，赶来上班的路上啊。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有本事把 Never 放出来，没有本事 Never 放出来，我可能会完蛋。Never 等下就来了，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我们 Never， 好不好？真的有出差那么多天，然后回来了，到现在都没有看到 Never，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在家里面做直播，然后 Never 就每天跟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家人在一起，就很开心，天天在这里散步，那里散步，那里玩，那里玩的。他都已经忘记了直播间的就是大家了。好啦，话不多说了，我们开始预告今天晚上的产品有哪一些，等一下 Never 来了给大家来看啊。 好，所有女生，我们就要会有到的是蓝方圆的零糖奶茶，这个是天猫店铺价89块钱6杯，佳琪直播间到手价
第一份69块钱一箱，第二份19.9块钱一箱，88.9块钱两箱。天猫店铺价89一箱，我们直播间88.9块钱两箱。还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达美乐芝士披萨来喽，美们，达美乐来了。这个披萨我跟你们说，真的好好吃哦。我们前天晚上也吃了，我们大前天晚上也吃了这个披萨。达美乐披萨，我觉得是那种就是上班公司里面最放心和最就是值得买的一个就是外卖了，对的，对不对？因为就是真的就是请朋友吃啊，然后请那个就同事吃啊都可以，就是性价比高又大份。六十多年的一个品牌，历史90个国家跟地区超万家门店的一个品牌。天猫店铺价88块钱，我们会有到的是双层的一个芝士培根的那个披萨，再加多多的一个肉松披萨给大家。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会有到78块钱可以拿到3个9英寸披萨，对不对？78块钱可以拿到3个9英寸的披萨，我没有说错，没有说错，对不对？我们看一下，78到对吧？78是3个披萨，对不对？78我们是3个披萨给大家。两个来，对不起，重新来，就是这俩，对，就是两个披萨，因为它有3个味道可以去选择，就是你自己去就是下单，好吧？我们78块钱会有2个披萨给大家，一会儿我们具体再跟大家说。OK， 这个我就是忘记，因为它这个地方又有豪华至又有豪华至尊披萨，又有那个就是肉松披萨，又有土豆披萨，又有芝士披萨，它太多了。它是一个味道，里面有很多东西。哦。厉害厉害厉害，行，特别厉害，两个披萨，因为我们会就是送大家一个九英寸的一个至尊披萨给大家，好不好？这个披萨的名字也太长了吧，它叫做来九英寸双层芝心卷边培根多多肉香粉薯土豆披萨。我好想跟你多预告两遍这个名字，老板，你就是在害我，你就是在，他这名字超多的，然后我下面又有一个我们会送大家的一个披萨，所以搞得我以为就是3个披萨给大家，因为这个披萨的名字真的太长了。好，还有到的是我们的小胡鸭的，美们，这个鸡爪超好吃，我自己买了好多，然后你知道这个就看剧的时候吃它，跟你说超级超级的爽。天猫店铺价29.8块钱一盒，第二盒20块，第三盒0元，49.8块3盒给大家，好不好？这是去骨的一个凤爪，然后我们今天晚上会有到的是桑葚干。我感觉我现在的嗓子的声音有一点点就是不能够就是声调去说话，就是不能够像以前那种那种，就现在只是一个平调，对，会破音。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做的那个浙梅食品旗舰店，就上次我们在零食节的时候做了他们家那个草莓干跟无花果干，然后这个我跟你们说是桑葚干，然后这个桑葚干的话原价24.9一包，加入直播间第一包24.9，第二包14.9，第三包0元，第四包0元，第五包0元，39.8块拿到5包桑葚干。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烧饭儿来喽，美们，烧饭儿来喽，好不好？所有女生，肯德基必胜客兄弟品牌烧饭的牛排来啦！对的，我好久好久好久没有推荐牛排了，我真的非常非常，我有8个月没有推荐牛排了。美们，真的说句心里话，真的我们有8个月没有推荐牛排的品牌了，因为就是现在冷链物流啊跟生鲜啊，我们会更加的严格去帮大家选择产品，所以这一个我们的烧饭儿的一个牛排，天猫店铺价238块钱8片，佳琪直播间到手168块钱8片，再送大家藤椒鸡米花跟西兰花蔬菜包和牛油，再送黑胡椒酱给你们。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产品是所有女生我们的不定时的公益链接马老表旗舰店来喽。就上次我们在那个云南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公益链接，家喻户晓的一个云南品牌马老表的过桥米线，天猫店铺价37.8块8包，加入直播间27.9块8包给大家。是的。好，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巴黎水，我要下单，我自己要下单的巴黎水来了。天猫店铺价129块钱，加入直播到手价99块钱，24瓶巴黎水给大家，330毫升一瓶的巴黎水，还会有到的是妙洁的美们，就是中号以及大号的一个就是保鲜袋，对，就是这个袋子，我是用来储存化妆品的一个袋子。天猫店铺价59.9块5个中盒，再加3个大盒和对不对？等一下，
我们的50块9毛钱是五盒，有三个中盒加两个大盒的纸袋，到手价只要49块5毛钱，相当于4毛钱一个。我们的一个就是保鲜袋，是锁封袋给大家，还会有到的是狮王的超细软的一个牙刷。OK。对的，牙刷话是69块8毛钱，到手2套8支，还会有到的是德国的一个 SOS 的一个足部浴抑菌喷雾，58块钱2瓶，还会有到的是九阳的养生壶 ，Hello Kitty 的养生壶超可爱，天猫店铺价399一个，家人直播到手价199一个，是的，还会有到的产品，所有女生今天晚上的美妆来喽，夸迪蓝铜刺抛，它终于到货了。蓝铜刺抛，他终于到货了，终于来了，他真的终于来了，买它！相信佳琪，这一个超级超级厉害的蓝铜刺抛，它是五 D 玻尿酸的超导科技，再加美门蓝铜胜肽，再加二裂酵母产绒包物，让你的皮肤提亮肤色紧致，以及解决你肌肤的泛红跟过敏的问题。哦，好用到飞起来，我的皮肤就是因为它好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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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它刚刚到货，美们刚刚到货，夸迪蓝铜刺抛，蓝刺抛来咯，是的，还会有到的产品是所有女生代码扣遮瑕套装，代码扣遮瑕套装来了，天猫店铺价239块钱，代码扣遮瑕套装，佳琪直播间到手108块钱，我最推荐的颜色210号色哦，我自己用的颜色210号色，遮斑点，遮纹身，遮痘痘，遮什么，遮任何你想要的瑕疵，遮得干干净净的，真的，这个遮瑕膏就是全世界最最最最，不能说最最最，不能说全世界，就是这个遮瑕膏是我觉得真的遮瑕力度最强的一个遮瑕膏，哇，超好用，而且这一支可以用到天荒地老，用到你可能就想把它丢掉了买新的，它还用不完，是的，好，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搭配到的是美门，哎，好不好用，哎呦呦，对不起，好用，好用，好不好用，好用，欧莱雅吸油棒粉底液，是的，120块钱可以拿到一瓶，我跟你们说，你们在下你们在夏天的时候会真的爱到爆炸的吸油棒，遮瑕效果又好，打出来是那种超级雾面感，让你的皮肤自带磨皮感，让你的皮肤自带铺了很多次粉饼跟散粉的一个磨皮效果，是的，让你的皮肤立马柔焦起来的粉底液，美们，欧莱雅吸油棒粉底液今天刚刚到货3万多支102号色，今天我们买吸油棒，天猫店铺价150，价值播120，买就送黑精华7.5毫升，小金棒防晒7.5毫升，再送吸油棒两个给大家，120块钱可以拿到这么多东西哦，还会有到的是 Tom Ford 黑管，美们 Tom Ford 细黑管唇膏限量色来咯， Tom Ford 细黑管唇膏限量色来咯，货真的都不多啊，一定要抢，450一支，买就送1.5毫升的香水，再加皮套化妆镜一个，随机，嗯，这两个随机一个，哦，对，皮套的颜色是有金色跟那个银色，随机一个给大家的啊。好，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雪花秀最新版的润燥精华，第五代润燥精华，雪花秀1997年开始的，创立了第一部使用的护肤精华液，雪花秀镇店之宝润燥精华，买它10000瓶，相信我，买它10000瓶，肌肤不稳定，你就是容易干涩，容易泛红，容易有肌肤各种各样的问题，想要用真的植物的东西来帮助你的皮肤做修复的话，美门润燥精华买它，我自己化妆台上有的一瓶精华液，是天猫店铺价820一瓶90毫升，佳琪直播间820，但是我给你们有什么样大的福利活动，买润燥精华送同款润燥精华露15毫升1瓶，15毫升2瓶，再送基底精华露同款美门8毫升1个，2个，3个，4个，非常多，5个，6个，7个，8个，还没完，9个，10个，美门，这里面就是80毫升再加30毫升，是110毫升，是润燥精华，买90毫升送110毫升同款给大家，美们，这就是已经低于5折的折扣了，对不对？我再送你们，看清楚，美们，同款系列的润泽基本的一个水啊，是他们家的一个润颜水，30毫升1个，30毫升2个，是，然后乳液30毫升1个，30毫升2个，水乳精华全部帮你们配齐。
这么多820块钱买它，好不好？所有女生820块钱这么多产品，一定要抢到哦！是，真的是比五折还要便宜，相当于四折左右的一个价格了，好不好？一定要抢到雪花秀润燥肌底精华，这个我就送太多了，太划划算了。而且我们是天猫官方旗舰店，100%保证正品的同时，货的品质也是最好的啊！好，我们今晚还会有到的是。我跟你们说，想要美白面膜的女生在不在？接下来这个东西你们一定要买到它，好好用，传希诺美白面膜，有美白特征的美白面膜来咯。这个我跟你们说超贵，这个非常非常贵，但是我只有2万盒，1万一个人可以买到它。这个真的好贵，它里面是用传明酸，再加 KP 复合物，是真的可以帮助你的皮肤达到美白提亮肤色。以及的那种就是让你的皮肤亮起来那种效果，10分钟的密集修复，让你的皮肤可以焕亮的一款面膜。这个面膜真的好好用，天猫店铺价390，2盒8片，400块钱八片，等于多少钱一片？5840，50块钱一片，50块钱一片的面膜，我们直播间今天晚上180两盒给大家，只有2万盒，好不好？所有女生只有2万盒，传希诺美白面膜，今天晚上刚刚。到货，然后我们今天还会有到的产品哦，所有女生，竹本卸妆油第三代来喽，是竹本卸妆油第三代来了，这个天猫店铺价88一瓶，我们直播间卖的非常好的产品了，老朋友了，还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祖马龙来喽，祖马龙经典香氛系列的沐浴露来了，谢谢大家，祖马龙所有女生一定要抢到它，超好用的啊，但是我们今天每一个的货都不多。啊，橙花味有700瓶，蓝风铃有1100瓶，然后鼠尾草与海盐有1300瓶，然后韩式草与小豆蔻有300瓶。我自己今晚可能要再配，就是搭配一瓶韩式草与小豆蔻，对的，我自己要再买一瓶了。这个是我的那个就是沐浴露，沐浴间里面真的最多的一瓶沐浴露了。我他们家的所有的味道，我基本上都差不多用过，好好用的沐浴露。天猫店铺价，所有女生250块钱是375块钱一瓶250毫升，佳琪直播间375，买就送15毫升沐浴露、15毫升身体乳，再加一个美门浴帽，再加2个小香水。嗯，好啦，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还会有到的产品哦，是我们的就是最后一个护肤的产品，就是奥尔滨的美门奥尔滨的渗透乳。渗透美白乳，再加他们家的一个就是水来了，健康水，这一个是他们家的一个润白套装，天猫店铺价1180，佳琪直播间1030到手，夏天用的一套，你可以把润燥精华加在这个里面用的一个产品，好不好？然后这个是一套水乳套装，是渗透乳加一个精华水，这个买就送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所有女生买就送奥尔滨的一个定制镜子，这个镜子很高级的，这镜子拿出来质感非常非常的棒，然后还会再送一个美门化妆包，就是或者镜子或化妆包随机一个啊，镜子跟化妆包随机一个，然后再送大家美门帆布包，给大家定制的一个帆布包，镜子跟化妆包随机一个，然后我们再送大家一个帆布包，是，然后我们再送，我们就看我们的那个就是产品有哪些，好不好？再送就是他们家的精粹液，28毫升啊，27毫升一瓶、2瓶、3瓶、4瓶，然后5瓶、6瓶、7瓶、8瓶水，8瓶同款水，再送美门渗透乳液60克，1支、2支、3支，再送他们家的30克的美白渗透乳1支。好不好？总价值赠品1087块钱，也是5折以下的活动力度，这个比618的活动力度还要大，好吗？美们，这个套装比618的活动力度还要大，放心大胆抢购起来，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喜欢李佳琦，请多多关注佳琦直播间，多多关注佳琦直播间。哇，今天晚上真的送这么多，真的太划算，太划算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今晚来抢我们的产品啊！所以希望大家喜欢佳琦的话，请多多关注佳琦直播间，请多多关注佳琦直播间。好啦，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临时活动喽！我们有请啊，有请我们的。胖主播，刚刚想，尤其我的胖主播，你刚刚这样，胖主播，哎，你知道你刚刚这样子就进来的时候有点不太稳当，是？因为这样省时省力嘛，省时省力，就因为就是要滑过来。我跟你讲，其实胖胖的女孩子都是聪明的，为什么？因为她们懂得如何去胖瘦，应该跟智商没有关系。
对不起，对不起，对吧？对不起，对对对对，我们来接下来。这样我接不下去怎么办？人生遇到了一个。对，来我们第一个产品，所有女生，蓝方圆零糖的茶走奶茶来喽，好不好？这个蓝方圆的奶茶不用多说了，他们家鸳鸯奶茶多好喝啊，卖到飞起来，美们，蓝方圆的零糖奶茶来了。如果你是那种精致的女生，你不想要喝那么多就是糖分的一个奶茶的话，这个你买起来吧。他们家新款不添加蔗糖，然后不添加代糖，控糖又好喝的，热量不高，可以让你就是因为它的配方是港式走茶，不含植脂末，也不含增稠剂，也不含着色剂，不含反式脂肪酸，它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配方的一个奶茶了。现在变成 是的就它因为没有糖，就很多妹妹我们会收到很多妹妹说你们没有含糖的奶茶就好喝，但又怕就说可能怕胖啊一方面的问题，这个就我们为大家选到了一个无糖奶茶。是的，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奶茶的话茶味会比较的多一点点，它那种甜味是基本上没有。就是我跟你们说一句的话，这个是基本上没有它的一个甜味，对，就是喝起来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跟大家说，因为吃东西的口感就是每个地区因人而异，对对对，然后每个人的口味也是，大家有的喜欢吃这个口味，就喜欢吃那个口味，它就是有点点像把以前蓝方圆那个就是经典版的奶茶直接把糖赶走了，是的，直接把糖赶走了那种感觉，就是有奶味，有但是茶味很重，非常重，但是我跟你茶味非常重，它茶味非常重，它但是我口感是那种顺滑的感觉，就清爽味，就是你喝第一个的时候会觉得哟，哎，不一样，不一样，跟我们平时喝的奶茶不一样，对的，真的不一样的感觉。来，雷佳音，我给你喝一杯我们的蓝方圆奶茶，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一开始会以为我喝到的是茶，但是你回味的时候是有奶味在里面，对对 对。你喝过这个吗？没有。你跟你说，这个是会让你会就是哎 surprise。佳音弟弟，你试一下，你试一下，这个真的很 surprise 的感觉，就是真的跟别的饮料是完全不一样的哦。有珍珠吗？没有珍珠。你要喝珍珠的话，你自己把它撕开，里面倒点珍珠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等下我们可以看 Neville， Neville 等下就过来了，好不好？是真的好喝的，因为他现在档期很忙的。Neville 现在，我现在很想看他的表情。因为今天没有就发通告给 Neville， 对 Neville 就是暂时就不会出来的。对，以后要提早跟他的秘书定一下日期啊。你真的是暴力拆卸。快，我们现在想看你的表情，三二一，开始。哎，你看他真的是，我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眼，是不是 surprise？ 是不是不一样？有吗？就不会很腻，就是完全不甜，对不对？就是他会感觉跟你喝过蓝方圆的经典包装那个蓝色包装吗？没有啊，那个就是会比较的偏甜一点点。这个我跟你们说，就是真的，你喝上去就感觉哎。它的奶茶在哪里？但是你喝完了之后就会觉得，哦，奶茶在后面，真的是奶茶在后面的一款产品。因为我刚喝掉，其实我打开给大家看，它是真实的奶茶哦，是真的奶茶在里面。但它没有甜味，它一点甜味是吧？它有点像喝什么，喝那种黑咖啡加茶，对不对？它有点像大家喝黑咖啡加茶那种感觉，是的，就苦苦的，但是会香香的，好吗？所有女生，天猫店铺价89.6元六杯，佳琦直播间第一箱领20元优惠券，第二箱。直接19.9元，两箱88.9元，本来一箱89，佳琦直播间两箱88.9元，一共是所有女生一共是那个88.9元，12杯给大家啊，来三二一，上链接数量填二，领20元优惠券来喽。对的，哎，它的茶的话，我刚刚想说，为什么它茶味那么浓？因为它里面是加的是乌龙茶，它不是一般的红茶，所以它的是的茶香味会更浓，更浓一点点，没有了。我们在我们详情页，我们而且你知道吗？就喝到后面那个感觉，就是哇哦，就像那个茶的味道，就是巨厉害，它就是那个茶香味在后面，就是那种，就感觉我们把那个茶叶嚼进去了，在嗓子里的感觉。我真实的感受就是，我第一口喝它，我觉得它应该是个茶，它不是奶，它不是奶。但是你回甘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个牛奶奶的味道在里面。哎，你们喝过吗？全分给大家。是你喝过吗？来，真的很好喝。你吴静，你喝过吗？你夏天的时候喝过，来喝一杯，真的好不一样哦。真的很不一样。你喝过吗？你喝过，所以你觉得怎么样？庆姐来的。好喝，庆姐来一杯。它是清甜，它真的是清。就是你会真的就是哇哦 surprise。真的很好喝。我们在我们的 surprise 吗？我们在我们的链接领20元的优惠券。就是真的跟以前的茶完全不一样，就是一点都不一样的感觉。我可以这么说吗？颠覆，你喝，颠覆一下你对奶茶的概念。哦，就是很多女生，如果你不喜欢喝奶茶的话，就这个你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它真的没有那种奶茶那种甜味在里面，它就真的非常非常的顺喉咙的一个茶香味，像咖啡加什么？咖啡加
那个就是茶牛奶嘛，咖啡加茶，就黑咖啡加茶嘛。嗯嗯，还可以加货吗，国宇？可以，再加。不是你哦哦哦，对不起，不好意思。对，它而且看上面就标注了零，马上加好，零糖控甜。对的，零糖、低卡、低热量，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抢，加好了。所有女生，蓝邦，蓝邦源新品加好喽！你喝完它一点都感觉不到腻。是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多多关注，真的很不错的一款产品，真的非常非常的棒的一款产品。嗯，好了，那我们下一个吧，我们来吃吃披萨。哦，我们来吃一吃披萨，好吧？我们来吃一吃披萨。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你们。意大利面什么时候上啊？意大利面，我们问一下意大利面什么时候可以有没有，好不好？他备货了，意大利面我们去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帮大家把货备好啊。嗯，好的，啊，你在跟我开玩笑，意大利面是怎么回事？就是在意大利过不来，他是去做小麦吗？是呀，哦，他们可能等到大活动的时候吧。OK， 就是老板现在答应我们，现在答应我们就开始播，现在不答应我们就直接送走，就空口空手播。就是哎，这个披萨很好吃哦，就是大家买180就之类的，啊，看一下。好啦，所有女生，达美乐来咯，达美乐官方旗舰店来咯，好不好？所有女生，所有女生，就这一款的话呢，是达美乐的一个新升级的一个披萨，这边有两个，在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嗯，然后这个的话，我跟你们说，真的非常非常棒。首先，我来给你们念它的名字有多么的做作，它的名字叫做9英寸双层芝士卷边培根多多肉香松肉香粉松土豆披萨，所以他刚刚念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有的，有的。对，你报一个，我来找一个。好，比如说我们的9英寸，九英寸的，你报一个来找，9英寸找到了。嗯，好，双层。双层啊，嗯，就这里一层，你看到吗？它是哦，双层有，好，有土豆，芝士夹，芝心卷边。Oh my god！ 芝心卷边 ，Oh my god！ 哦，真的，哎，芝心卷边有，它都拉稀了。芝心卷边有，好，下面一个，忍不住了，培根。培根，你看，它肉松下面全是培根。好，培根，然后也有，然后那个多多，多多，还有肉香粉。肉香粉撒在里面融化了哦，然后那个就是肉松哥，嗯，土豆，土豆，然后披萨，披萨，对不对？它所有都在里面。这个披萨内容真的好丰富哦，真的非常丰富。这个披萨内容我感觉真的是超级多，超级多，就感觉就是哎。你不会挑食的一个女生会去买，就是会吃这碗披萨。对的，吃完这碗披萨没办法想挑食，因为所有你不想吃你想吃都在这里面。然后但是我跟你说，我们吃了它之后，他觉得它的口感跟别的口感真的完全不一样。来，请几个同事一起来吃一下吧。来 ，Nancy， 来 Frank， 来吃一下。我们吃披萨，我也想吃一块，我想吃这个味道。我最喜欢吃达美乐，就是它那个土豆的那个披萨。而且我跟你说，我最喜欢吃达美乐是什么吗？是卷边。芝士卷边，芝士卷边，达美乐的芝士卷边就是灵魂在里面。我跟你们说，一定要买它，真的超好吃，真的烤的，我跟你们说，就是棒棒的，棒呆的。而且你知道，我同事好多同事都很喜欢达美乐的披萨，嗯，他每次中饭的时候说啊，要不要点一起点中饭？然后结果一点饭了之后，他们会说，那我们点披萨吧。然后就是每个人就凑一点点钱，就每个人10几块钱、20块钱就吃一个披萨。而且这么多料都在里面，嗯，它芝士你看都这样拉丝都垂下来，它料多到拉丝，真的，它的芝士非常棒。哦，还有没有要来一块？来一块，超级好吃！它真的很好吃，因为它本身他们家土豆，我相信大家点过都知道，他们家土豆是最好吃的土豆披萨，因为它里面还有这土豆泥的酱，看到没有？为什么我每次看 Frank 吃东西都会有一种很心酸的感觉？因为他可能肤色的关系吧，就感觉要不要再来一块？好呀，这是阿姨，就是每次看他吃东西的感觉，有一种很心酸，我对他很不好的感觉。他其实很好啊，阿姨，我对你儿子很好，你相信我。不能说你啊，我们公司对他，对，我们公司对你儿子很好，真的真的，就是每天我们会吃很多的宵夜，只是他长胖而已。真的，他长不胖。其实他刚刚上来之前我已经吃了。就是它吃过了，嗯，对，哦，我跟你说，它那个土豆 ，Oh my God， 就是真的，这个神仙味道。它那个土豆好好吃哦，就是你咬下去的时候，感觉那不是咬的土豆，那是咬的土豆泥。它对，它是有土豆泥在里面，就很好吃。而且它还有这种大根的土豆在，哎。我们公司有一个就特别特别爱吃披萨的一个女孩。女孩。那这个女孩来跟大家说一下，她喜欢吃达美乐披萨，喜欢到什么程度？好，你来说。就是你不跟我说出一个所以然，我跟你说，我跟你没完。
就是我从我2017年来到上海，就是我2017年订单，然后我一直吃到了2020年，就全部都哇！哎，我跟你说，现在咱们老板应该要给他发一个 VIP 卡吧，就是无限次。因为这个我当时都已经跟狗宇说好多次，我说快点找达美乐，而且今天卖的是我最喜欢吃他们家招牌，就是我从2017年吃到了2020年的那个培根。所以你这是宝了吗订单对不对？这是。美订单啊，这是啊，这是美订单，美了吗？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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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美了，美了的订单，我再给调个黑点，美的很，美的很订单，嗯、就是我觉得吃了他们家披萨，就是、他们家你刷一下，你刷一下，就是这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2017年，然后我们咔咔咔到2020年，而且我、哎、别人都知道你的地址了，啊、你记得哪家店的披萨都知道了，因为我就是住了好多地方，所以我就是好几个区都吃过，你真的是一直在漂泊的女孩呢。漂泊的女孩，真的哎，是不是？他们真的好爱吃达美乐的披萨，然后而且这款真的非常好吃，对的，肉的感觉。对，其实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我可能以前认识披萨，并不是达美乐的披萨，可能是别的品牌。对的，可能是别的品牌。我是说真的说心里话，因为我是一个对吃没有什么很大追求的一个人，对。然后我就觉得反正有吃就够了。然后真的，当我吃了以前很多品牌的披萨之后，然后吃到达美乐的披萨，我觉得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对的，它是会让你有一种小心思的。或者是有一种让你会有那种触电的感觉跟初恋的感觉的一个披萨，我觉得吃，因为你会吃到很多很新鲜的东西在里面，就会觉得哇哦，别的品牌的披萨没有这样子哎，真的哦，跟你说真的非常非常好。所以美们，这个是9英寸的，天猫店铺价是88块钱一份，佳琪直播间是美们减10元优惠券，78块钱一份，但是不用备注佳琪名字，我们还会再送大家这个9英寸的。我来念一下，它的名字也是有点长，9英寸之乡烤肠卷边豪华至尊披萨，所以我们是买9英寸双层之星卷边培根多多肉香粉松土豆披萨送9英寸之乡烤肠卷边豪华至尊披萨一份，好不好？只要78块钱，真的，这个买回家送给你的那个就是同事一起吃，我跟你们说，超划算。你这个在。公司请客，我跟你讲，你就是人家觉得你今天好豪气、啊。老板，我跟你们说，我已经帮你想好了，以后那个就是今年就是春晚的那个什么罐口，就是那个什么金靖的罐口，就你们家披萨的名字来灌，好吧？他可能你有问过金靖的意见吗？因为金靖上次来的话，我们来播一下德美乐的披萨，达美乐的披萨，让他来灌口一下这个话。它里面是真的有香肠在卷在里面。对啊，你看它的那个旁边的卷边都是卷香肠在里面的，真的好棒！他们家披萨很棒。看一下到底有多便宜，因为我也点过加那个嗯，没有，我们先看一下线下的两个披萨的价格是166，这两款披萨线下买166，是的，今天我们到手的话是78块钱两克，相当于4.7折，是的啊，真的诚意很大。我们这个的话我们是买的券啊，对，关键它不用配送费，对，我们这是买的券，你可以堂食，你也可以外卖，也可以免费送货到你家，是不要外卖费的。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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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只要那个城市有达美乐的披萨，只要可以买，好不好？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杭州、南京、无锡以及苏州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就是达美乐的门店，只要有门店你都可以买得到，你都可以去线下兑换，或者你可以选择外卖，而且它外卖是免配送费。是的，它达美乐最优秀的一点，如果它配送超过30分钟，它会再送你一张披萨，对的，好不好？所以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卡的兑换效期是30天，如果30天没有用完，那我们会自动回版，把这个钱全部都退给你啊。退给你啊，对，好不好？没有错，我们会把这个钱全部都会退还给你们。但是我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下订单的话，你的手机号一定要真实有效，因为它是根据你的手机号，它会发到你的手机号码里面，对的，到你的手机上，好不好、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可以堂吃，可以外卖，外卖还免配送费。嗯，非常棒。就比如说你在跟老公在家里面，然后那晚上不想做饭的时候，然后对，石头剪刀布，谁都不想做饭的时候，就说哎没关系，我请你吃个披萨吧，那就可以送过来，30分钟就到了啊。下架了，来我们再加一点货，谢谢大家，我们已经有8000多个喽。对的，赶紧去拍，这是真的很划算。谢谢达美乐的老板，下次来一点点那个意大利面吧。嗯，他们家意大利面很好吃，还有烤翅。嗯、下次来一点意大利面跟烤翅吧。哇，你是谁？来吧，快来。来吧。Never 闻着披萨走了啦，人家对 Never 就是看披萨不认我，真的现在、小猪猪，哎哦，你们没有看小猪猪、哦，你们看了吗？小猪做完手术之后，你们看他了吗？没有看到过，对不对 ？Never 你好呀，哎，达美乐的券加好了，赶紧去买啊！女明星拜拜一下，我们有达美乐披萨可以吃，你想不想吃？券加好了 ，Never 拜拜，快点，
你说 hello 你们好呀，我是 Neva， 我这两天玩的可开心，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变年轻了一点啊？我把我的头发剪一下，剪了一下了，我都变年轻了很多，给你们拜拜了。你说我十天没上班了，对的，真开心。你说我十天没上班，我这几天嗨的可嗨了，我这天天在外面玩，是不是？你拜拜先，真领了，哎。哎，人家他们都很想你了，真的，这他们都很想你。那是小猪猪，你不要看他了，看前面，看前面。这里啦，我生气了啊、哦！我生气了啊、哦！那么我们今天领通告费的，你不要这样。那么来来来，快点，拜拜拜拜拜拜啦，拜拜啦！不要吐舌头了，拜拜一下，拜拜，我们拜拜，快点，拜拜拜拜。哎呀，乖呢！哎，你说谢谢你们，女明星来了，女明星现在有点激动。女明星她是谁？哦，看到小狗狗了，不行了，不行了。女明星她是谁？整个哦哦，你把他同框打同框。哦，她是谁？她来，她为什么来抢我的直播间？她是谁？不会吧？不可以啊，不可以啊。嗯，拜拜，那我拜拜。你说跟我玩一玩嘛？你说我虽然很凶，但是你跟我玩一玩嘛？那我这谁？看他一下，再看他一下。还有没有？还没有？还来呗？哎，你看他把他吓的了，你看把这个小妹妹吓的了，小弟弟不好意思，对不起，你看把这个小弟弟吓的了。嗯，你不是不欺负男生的吗？你只欺负女生的。因为他还小了，他认不出。是不是？你只欺负女生的，对不对？你说我们不跟男生打架，我们只跟女生打架，我们要打就打，就是打得赢的，男生打不赢。你说你们好，我是 Neva， 虽然我今天有点丑丑的，因为我这两天都玩的可开心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女明星耍大牌，她超爱耍大牌。好，我们看看小猪猪。你说我们小猪猪就是荣耀回归。小猪猪来来。小猪猪，我们要配个音乐给小猪猪。就是什么的诱惑。小猪猪，你回来了没有？你说我们来了。嗯，小猪猪有一种很可怜的感觉。猪猪，你说你们好，我是小猪猪哦，但是我是最可爱呀。你说我超可爱的呀，但是我为了妹妹，不是我为了佩奇的身体健康，然后我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我现在恢复得很好，大家不用担心我，是不是？你说谢谢大家，我是小猪猪。你说你们好，我是最萌萌的小猪猪哦。你们好，你们好，你说你们好，你们好。不能吃，我只给你看一看。嗯，你还要吃这个辣呀、啊？这个辣呀、啊？嗯，你说你们好，我是小猪猪啊，谢谢你们，这是佩奇吗？这小猪猪，对的，佩奇在。这是在跟妹妹在一起玩，对的，因为一个陪妈，一个陪奶奶。对对，要陪的一陪一陪一。对对，一个陪妈妈，一个陪奶奶，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了，看完了狗狗喽，表给你们再来看一看啊。然后小猪猪去玩一下吧，去吧去吧去吧。小猪猪今天好，来我们下面一个啊，结扎了吗？对，结扎了，就是因为那个佩奇的话，就是会就是他已经长得一岁多一点点了嘛，所以他会快要那个。他有两性的意识了。对，所以。就是为了他们的健康，所以把小猪猪先结扎了。对对对对对，好不好？这样更好。男生永远都是可怜的，男生很可怜。男生，嗯，好吧，我们来播一下。我们 Never 家族的男生比较可怜，像弟弟啊，像小猪猪啊。我们也是为了他们好嘛。对对对，其实也是为了狗狗的健康啊，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做完结扎之后，其实对他们的身体发育会更加的好一点点，特别是母狗狗，就特别生完了宝宝的，就是小狗的话，就是对于它的一个健康的话是比较好一点点的，对对对对，好不好？然后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喜欢加喜喜的关注我们的，他们不打架吗？他们不打架，我 never 从来不会欺负男生，他只欺负女生。对，为什么？同性相斥吗？他是？嗯，有可能吧。见不得别人比他年轻。好的，来我们下面一个小胡鸭蒜香去骨鸡爪，啊，这个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好好吃哦。这个冰到冰箱里面拿出来直接吃都可以，是的，非常超好吃。我跟你们就是，你每天在外面热的要死，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跟你们说，一杯啤酒。对吧，一杯啤酒，一杯大白熊，然后一碗这个，哇 delicious 的 delicious， 再加一个那个什么冷吃兔肉或者是那种冷吃牛肉，嗯，哇，太好吃了，你们一定要买这个，这个你相信我自己都下单的产品，是的，就是它，我真的自己都在我直播间买的，就是它，小胡鸭的蒜香去骨鸡爪。你知道我们选品的时候，就是吃到它的时候，我整个人就说，哦，不行了，我说真的要播，就一定要播，一定要播，一定要播，赶快给我播，真的好好吃，它这种。我跟你们说，非常非常 Q 的，你可以看到吗？对，超级超级 Q， 巨 Q 巨 Q 的无骨凤爪，而且这个无骨的话，去骨是用机器去骨的，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它是很干净的，而且它是经过了3天的一个腌泡时间，然后它那种蒜香味就是那种扑鼻而来的蒜香味，嗯。
你这份是加热的，就是喜欢吃热的，你可以微波炉叮一分钟。喜欢吃冰的就直接这样。口水都流出来了。因为我特别爱吃蒜香味的东西。我也是。蒜香味的东西就是很好吃。我跟你说，哪怕容易口臭也很好吃。嗯，不会，就是你吃完之后吃点口香糖，那它味道就是它锁进去了，你懂吗？就它特别的脆香滑，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好吃哦！我跟你们说，你们尽量不要把它加热。我跟你说，冰的更好吃。嗯，就加热之后辣不辣？不会很辣，因为我吃不了太多辣椒。对，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自己没有用。为什么？我以后真的不好意思，我自己是湖南人的，我是来自于湖南，不好意思说，因为我现在吃麦当劳的就是香辣鸡翅，辣到不行，辣到喝可乐喝一大罐，有点嫌，是不是看不起我？有点嫌弃你的意思。我以前多能吃辣椒啊！天哪，以前辣椒精我都不怕，那怎么办？辣椒精，哎，以前是我看你吃辣锅，我吃清汤锅，你还记得吗？对啊，我现在真的不能吃辣椒了，我的天哪！现在我可以，上海真的改变一个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如果你想吃的口味啊，嗯、口真的口味，真的，嗯，就入乡随俗，真的入乡随俗的感觉。这个我觉得它的辣椒是，它是有一点点甜味在里面，就像有的时候像吃那个周黑鸭一样，它是会是那种辣，但是偏甜的一个味道，它是蒜香。辣，但是是鲜辣的偏甜的口感，所以它的回味是很足很足的回味。天猫店铺价29.8元，佳琦直播间第一份29.8元，第二份20元，第三份0元，49.8元三盒给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大概有27个鸭鸡爪给大家。3、2、1，上链接。嗯，它线下门店的话是26.8元一盒，今天我们直播间是49.8元三盒。Yes， 相当于6.2折的一个折扣力度。是的，来我们再加货。是的，那么说你的筷子快伸到别人碗里去了，是真的很好吃。你们相信我，你们一定要去买买它。我的鼻子好一点了吗？我的鼻子好多了。对的，现在不怎么流鼻涕，对，但是还是要保养，因为容易过敏。我最近要加货，可能卖完了。台中，我喜欢吃冰的，我也喜欢吃冰的，冰的特别爽，特别在夏天的时候拿出来即开即食就可以了。你回家放到冷藏上面就可以了啊。加好了，等你去拍。它那个筋都很，就是很有嚼劲。因为我喜欢，就是虽然无骨，但是我很怕那种无骨，它会把里面筋给破坏掉。对的，它里面的筋的话，哎呦，它里面喝点奶茶，它里面那个筋的话是一整根筋，所以你会吃到完整的那种很爽脆的口感在里面，就特别棒。我觉得老人家说的话还是很正确的。吃东西不要太急。吃东西不要说话了，你妈没跟你说过吗？吃饭不要说话。我每次在饭桌上的小时候。我一吃饭一说话的话，我一定会说，叫你闭上嘴巴，吃饭不要说话。嗯，但我们家还有，我们家很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就讨论一下最近的近况。嗯，所以我们都没有人听爷爷的。我发生了什么？有一个真实的鸡爪的筋，就掉在我的腿上。没事没事，我们就当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们也没看到吧？没有没有，没看到吧？没看到。OK， fine。请大家都把那个截图。我现在也是偶像包袱的人，好不好？很重。我今天我也是边看到，我说哇，好帅哦，李佳琦。有人会这么明目张胆的说谎话吗？嗯，有吧，还是会有一些人的。嗯、就是大家可能要以后就看到你还近距离看他，这样就会可能破坏一些你的幻想。还好没有，就他们会说哇，他真的好白哦。你是真的白？你是真的？为什么这么白？我也不知道，天生天生的吧。没有，你用的产品了。来，所有女生，我们马上来再加一点鸡爪，加了吗？鸡爪加好了，所有女生鸡爪加好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数量填三啊！来，我们再加一点货啊！不好意思，我们就聊的有点多，我们其实快到9点钟了，对。真的吗？我们下一个。对，我们下一个才播了3个产品，我疯了！我今天来下一个，所有女生，这枚食品旗舰店的桑葚，该我们来集结了。哦，这个很棒。还可以有小鸡爪吗？还可以有小乌鸦可以加吗？哇，有点爽哦，很棒，嗯，小花真的很棒。来，这个妹妹，这个品牌叫做浙梅旗舰店，对，它是一个专门做什么，你知道吗？专门做果干加工的一个厂家，对，他们大概话是给很多的大牌蜜饯做什么，做代加工，对。那这个你知道，我真的很少很少可以吃到这种水果干，叫做桑葚水果干，是的。哎，你什么时候吃过桑葚？我吃过真实的桑葚，但是要就可遇不可求。小时候，我长大呀、啊。我是长大时候吃的，小时候没见过啊！我小时候没见过，上海没有桑葚的。上海没有桑葚的，没有，不可能！天，你真的，你们上海跟我们湖南没有差多少吧？没有差多少天气气候？没有。湖南我们小时候
湖南我们小时候就去，就是不是说野外，就不是也不是郊游，就是小树林里面我们去就自己去探险的时候玩的时候，然后那些哥哥们就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就是有桑葚跟蛇果，你知道吗？就是在地底上长那种乌漆麻黑的那种跟桑葚长得很像的东西，那个是不能吃的，但是是长的那种粉粉嫩嫩的那种叫做桑葚。然后小时候吃那个好甜哦，就是这个是小时候的回忆啊。粉粉嫩嫩吗？就是它做了之后的样子啦。本身就我吃到的桑葚都是这个颜色啦。哦、真的吗？那我小时候吃的那是什么东西啊？那就是蛇果。树莓吧，树莓吧。树莓。而且小时候看到是这样吧，大哥。就这样啊。那它还没熟吧？好像会对你的人生产生一点怀疑。哦、好了，我今天我们接下去超市了。哦，所以我那时候吃到的是树莓。哦，所以树莓是跟桑葚长得很像，是。哦，桑葚是黑芝麻乌的，树莓是粉粉嫩嫩的。对的，树莓是粉粉嫩嫩，小一点，桑葚是长形的啦。哦，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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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就是如果是湖南，就是我们那边产那个东西叫做乌婆梨。乌婆梨。乌婆梨就是乌婆梨。为什么叫乌婆梨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乌婆梨就感觉是就是老巫婆会给你吃的东西。我妈很怕桑葚，我小时候我买回家，我小时候就。高中的时候，你妈为什么会怕桑葚？我不知道，我妈对桑葚是有莫名的恐惧，我笑死了。我们两个刚刚这段会话很像在骂人。我妈可能看我直播间叫我住嘴吧。对，好不好？来，这个很好吃，很好吃，而且它很有趣。对，这水果干跟你吃什么芒果干、那草莓干完全不一样。天猫店铺价24.9元第一包，佳琪直播间24.9元一包，第二包14.9元，第三包0元，第四包0元，第五包0元。嗯。39.8元五包给大家，三二一上链接。而且我之前它有很多种吃法，就你可以这样单吃，桑葚泡水，你把这个，这是我们直接这里泡出来的水，有趣吗？嗯，它泡出来的我会想像我买枸杞一样那种感觉。哎，对对对对，像我们冬天的时候泡那个什么营养枸杞茶泡水这样的感觉。它其实没什么味道啦，嗯，因为它冲淡，但是它你就我因为我不喜欢喝就是没有颜色的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我比较少喝矿泉水。啊，嗯，那不行的，我跟你说，不能多喝饮料，一定要吃水跟饮料一定要多。我知道，所以我会泡这种水喝，我会泡茶喝。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就是我喝再多的饮料，嗯，再多的酒，我都一定要喝水。就是我不喝白水，我就感觉我没有喝水。哦，我也会喝白水，但是所以我是真的建议大家，就是你们喝饮料的话也可以喝，没任何问题，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嘛，对吧？嗯。但是你们喝完饮料之后，还是要适当的要补充一些水分，嗯、就真的就是开水或者是那种矿泉水，是的，就是一定要多喝水啊，对对，不要因为就不要不能把饮料当做水喝，那是的好不好，是的，一定不能把饮料当做水喝啊。好的，来，所有女生，数量拍五，数量一定要记得拍五哦，我们的桑葚干数量拍五，真的你们可以买它回去。给你那个同事吃一小包，还被拌在酸奶里面，因为它这个的话是嚼起来就是有点像嚼什么，有点像嚼，草莓干、草莓干、草莓干、草莓干的感觉，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拌在那种酸奶里面吃，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是增加酸奶那种口味，就他们说有，他说真的没有颜色的水我喝不下去。对，大家跟很多跟我一样，没有颜色的水，你喝水你就闭着眼睛喝，不就都没有颜色了吗？但我不会喝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一次性喝水，比如说有颜色的水，或者是我泡茶。冷的时候我会一口气喝掉。所以好，等一下我们来比喝水，我们喝巴黎水。哦，我跟你讲不行，会胀气。因为巴黎水它里面含气，我怕你喷出来。我不会，不害怕你喷出来，好不好？大家可以赶快去抢我们的那个桑葚干啊！谢谢大家，记得桑葚干数量一定要填五哦，好不好？这个是真的很好吃，他们家是全国领先的一个果干工厂品牌，叫做浙梅食品旗舰店，嗯，好不好？谢谢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喜欢吃新鲜水果的话，你可以吃这种果干，也可以帮你补充一下水果里面的小营养。对对对对对，好，来，我们今天晚上我觉得零食的一个爆款来喽，烧饭官方旗舰店给我们的牛排来了，我跟你讲，牛排来喽。哎，不好意思，能给我个锅吗？就我们现场煎吗？是的，我觉得现场煎可以让大家看出那个牛肉。但是我今天穿的是白色的。哦，没有没有，上道具，来来来。你们现在这么贴心，非常贴心。厨师本人，那这个给你。今天我们是这个，我们我觉得我们做事情要抱着认真积极的态度，就是把事情做好，所以我们要专业一点，我们装备。所以你要开始直接煎牛排。啊，这个我这个是我已经很久没有下过厨房，哎，这个是他的。对，这个是我的。所以你有多少年没有戴过这种帽子了？我上次戴这个帽子、哎，你现在看起来特别像一个很厉害的糕点师。哎，以后这个装备就是你上班的装备了，每天穿这个，不用买新衣服了。就是里面衣服就是一可以不穿，不行不行不行，可能要被禁掉。对，就穿一件白 T 恤啊。
白 T 恤就是像你一样，就是可能他们就说你白 T 恤是纹在身体。对啊，我也是纹在身体。你是镶在身体，就嵌在身体，因为你肉太多了。我跟你讲，上次戴这个帽子是我在西点市考试的时候，真的。所以这考没考过？考过了，好吗？啊、人家可是西点市呢。啊，西点市你好，来教我们煎下牛排吧。我们现场给大家教一下这个牛排，我们该怎么煎。我跟你们说，李佳琦8个月没有卖牛排了。是。8个月之后的回归，生鲜。就是这时候要点颗这个让华丽的回归吗？对，就是要点颗痣，来点颗痣，就是这样。哎，点这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牛排一定要解冻啊！你千万就是我们收到货是这样啊。这个我还有这种，我也有这种常识，就是你在煎任何牛排的时候，第一个上面有血水，然后第二个是你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是硬邦邦的，对的。你要先把它放在外面解冻，然后把塑料包装撕开之后呢，你可以拿这个，就是我们上次给大家就是卖过的那个厨房纸巾，对，就是把血水压掉。哎、压掉了之后，来黄油来一下。哦，没有，他很贴心，他今天送的是牛油，非常棒。那西点是牛油跟黄油有什么区别呢？牛油做小孩子是用牛奶来做的，那不，牛油是用牛奶来做的。那个西点是考试的机构，你们骗人！我被这个还可以考过西点师。西点师做蛋糕的跟这个什么关系？我跟大家澄清一下，黄油是用牛奶做的，但是牛油是用牛本身的油做的，所以说它会更加增添牛本身的香味。哦，就是牛煎牛，牛油煎牛肉本人。嗯，对，就是牛煎牛嘛，就香煎嘛，香煎和太极的感觉嘛。是好，来来来，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是要先把牛肉拆开。哎，我手洗过了啊，我先把牛肉直接这样放上去。你真的很害怕。我跟你讲，把这个放上去之后，嗯，然后你最好就是小心哦，我知道小心放，把血水压一下。嗯、好，血水压一下。是的，哦、就是真的，你们要把血水压一下，因为血水不压的话，它会容易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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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朋友有点像机器上身。我跟你讲，然后把锅，我建议大家啊，锅一定要热锅冷油，这个常识大家都知道。来，这个丝口在哪里？你有点太慢，西点师。不是，你要不要配个老花镜啊？剪刀来一下。你要不要配个老花镜？不用，大家没有走错直播间啊，今天还是李佳琦直播间，不是什么烹饪学校啊。很快快，来了，把我们。哎，这个就很像一个烹饪学校的。就是那个，就厨房的后台。它里面配8块牛排，所以它会送八个这样的牛油给大家。嗯，哇，它就会在里面。你看有没有听到声音？啊哦，哇，就是说明锅好。这个锅很，本来这个锅真的很好。这个锅是我们真的很喜欢的锅，我们这所有的料理，哎，我们五星级就高厨师就是用这个锅给我们做任何料理。好了，这个等这个，你看它冒烟了之后，是对不对？我们再等一下。为什么冒烟了之后？因为我觉得它、哎、你是不是骗人的吧？它温度还没高，它温度还没高，要看它烟更多的时候。哦，为什么？因为高温瞬间可以把它所有的汁水锁在牛排里面。哦，就吃起来更嫩。是锁住它的汁水。然后这时候冒烟多的时候，汁水的时候，它的效果是什么？哇，就是因为牛肉本来它的汁水都在里面。我感觉他不玩这个牛排会开始打我，就是好想让你闻，闭嘴，掐死他！好想骂他，真的，我忍住，就是它瞬间的高温会让它的所有汁水热胀冷缩嘛，哦、所以都锁在里面。哦，就包，然后就是其实这我不建议大家牛排一直翻面，其实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它要锁鲜。我是十万，哎。当然，就是你不能一直翻面，不能翻。为什么不能翻面？我主要知道吧。这个理由都不是这个需求，手酸。因为它要锁边，因为它一直这样翻的话，它汁水会流失，它汁水会容易溢出来。哦，是这样的，就这一面基本上煎的，其实一分钟。那老师，我们大概什么时间段可以翻了呢？1个小时以后的，一分半钟，看你的锅子的热量。这样急不完了都会被抓起来的。知道我跟他搭档，真的，他怎么十万个为什么这么多？就是这样子锁，这样就是我们时间有限啊，我们先把它翻面。对，你假装1个小时过去了。假装两分钟，你看。1个小时，哎，你们两个人。他你看他的，其实哇哦，这边已经是有锁先，就是汁水其实在另外。我跟你说，这个锅真的非常好，对不对？就是一条，就是更有食欲了。所以今天我卖的是牛排，不是锅，是牛排啊！你牛排非常棒啊！是的。他，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活动嘛，顺带别烦你现在没事干。你现在就没话说了。对对，你已经把我都教完了，对不对？啊，所有女生，这是我们的一个肯德基必胜客兄弟品牌，它叫做范烧儿，它的工艺是很好的一个工艺，它是10小时的一个静烟工艺制造的一个好牛排。它是不用自己腌制的，直接开袋了就可以直接煎，它的味道已经把它腌进去，所以它是全熟，你做成全熟都很嫩。然后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心里话，就这款牛排的话，它不是一个就是整切牛排，它不是原切牛排，它是整切牛排啊。
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说清楚，因为我们不能去让大家购买的产生一些误会，所以这个的话就真的很嫩。我们吃起来，我们所有人都是说，哇，这个品牌牛排真的好好吃哦。因为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整片跟原先的区别。烧饭啊，对，我刚刚说饭烧了，对不对？不好意思，对不起，烧饭啊。就跟大家说一下整片跟原先的一个区别啊。哎，那老师，我们是不是就我看过那种五星级的大厨，他们都会说，就做完牛排，就是我不想那么熟的话，那时候我想要它的汁水封在那个就牛排里面的话。是不是前面蒸了，旁边煎了，然后它的侧面也要把它封起来？是没有错，李学生，你学生哈，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性就是看牛排的厚度，就是说我们如果很厚的牛排，我们建议锁边，就是把旁边也要锁一下。因为我也是吃过很多高级餐厅的，我也吃过那种很好吃的牛肉的。是的，就是如果是我们一般性很，比如说这么厚的牛排，我们先建议第一步是锁边。哦。但是这个不是厚的牛排，所以我们可以不用锁边。哦、所以我们一般在家里买这种牛排的话，是不用做那么反锁的动作。对的。除非是顶级的和牛或者是那种比较好的牛肉的话，我们还是锁边先。锁边比较锁住它的一个汁水。对，就李先生，我现在可以说我要说的话了吗？可以，您请。就是我们有人会提问啊，我就当你提问了。就原切跟整切的区别在哪里？就整原切的话，它一般性是不进行调味的。啊，就是一个肉，本身就是一个肉，然后就啪出来了。但是今天我们是调味的牛排，因为它有很多种味道，哦，整切是能做到给牛排调味的。哦，所以就是整切的话，它调了味道就大概不用再腌了，不用再腌。所以其实整切跟原切牛排。其实只要你选好品牌的一个就是品质，对，所以整切牛排也是很好的，因为它是先帮你把对，先帮你把所有的味道都调好了的，所以它会非常的嫩，可以帮助你们节约很多的一些繁琐的工艺。是的，对吧？直接在家里面火一打开，直接啪，它牛的一大大，然后就吃，对，好不好？就很简单。哎，李先生，你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味道。好，天猫店铺价，哎，不对，天猫店铺价，我现在说价格，天猫店铺价238块钱，佳琦直播间到手168块钱，八块，还会再送大家藤椒鸡米花300克，还会再送大家西兰花蔬菜包230克，还会再送大家牛油18个10克，以及黑胡椒酱8个120克，我们只要168块钱哦，3、2、1，上链接。有很多的味道，有美门土耳其烧烤孜然味、地中海酸香味，以及那个泰式咖喱味。哦，说完了是吗？是的。声嘶力竭，就是因为抢过这个。它很棒的是，它还有送这个西兰花什锦蔬菜。哦，这个很棒。非常棒，你可以比如说煎一块牛排，拿出两三颗。差不多了吧，老板？这个就要快，就变就是风干牛肉了。正好。正好吗？是不是正好？现在。给群众的眼光是雪亮，是不是正好？是。他们说这个牛排也快成化石了。没有，他这个牛排因为我们没开太大，因为开太吵。现在其实我们差不多，就是我现在已经把锅关掉了。嗯。你现在可以用它余温去把它弄熟，然后教大家个小技巧，大家怎么分辨？太长了这段，我要不要说啊？你说。怎么分辨牛肉几分熟？就用你的手指，你的。就是。啊！三分熟。我要。就啊！五分熟。我不敢这么比。来，今天搞笑一点吗？就是把你的手指放在这里，比如说这是食指，这里是嫩的，你捏我这里，嫩的。不是，我这里不是嫩的，因为没有肉啊，你这里有肉啊。大哥是这样捏你的，就是这里，你看是不是嫩的？啊，是。这里，比如说五分熟、六分熟、七分熟，到这里就是全熟。如果过不去怎么办？那就过不去吧。啊，是的，是不是？确实，它那个肉会变得不一样。哦，就你在食指这里时候，就是五分熟、六分熟、7到8分熟，这是全熟，这个肉已经非常硬，所以你可以根据这个触感来感觉它是几分熟。那应该是要这样啊，哎，五分熟，哎，六分熟，哎，十分熟，你用这个跟这个触觉是不一样的，你这样子感受不到，对不对？就是你啊，套下。我不想跟他再播下去了，我累了，这样盛出来。来，我们已经上链接了。好了，我们来把锅移一下，好不好？对的，谢谢大家，不要被我们种草锅了啊。对，我现在头有点脱不了了。就是他，我跟你讲，这样就盛出来之后，你不要现切，你静置一分钟之后你再切，它的汁水会更浓。喂。汁水会更浓。好的。哦，对不起，烫到你了。对，所以就是我们煎完牛排了之后，还有小教就是告诉大家，就不要现切，让它先冷却个一分钟左右啊，再切汁水会更加的浓一点点。就假装一分钟过去了啊，现在我们切开它，现做的。哦，水滋出来了。啊，好嫩的感觉喽！那个佳音哥来一下。然后他还会送那个黑椒汁，对的，我们把黑椒汁给我们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看黑椒汁，你自己的口味。
所以老师，那我们黑胶汁也不要解冻一下？嗯，就是你。然后它胶的时候有什么小技巧吗？放在怀里吧，就是像节约时间。放在怀里，你不冷吗？不冷，现在好热。刚你跟你直播完，我现在整个人后面背后都湿了，太热。你怎么这么多问题？我们刚刚 Q 流程不是这样的。黑胶汁放在肚子里吃了。我现在人生真的累了。我可以尝一尝了，化了，真的化了，真的你们化了。所以你的西点师的精髓就是最后这一步，对不对？就当初还没考西点师，还没考好，不要这样。好，来，我们现在吃。我跟你讲，虽然我们看上去我们这不是已经很焦哦，也不是很焦，它其实里面差不多已经到九分熟了。哦。其实九分熟你可以给宝宝吃了啦，就给宝宝吃。所以宝宝还是吃比较偏熟一点，就九分熟就。全熟其实也可以，最建议给宝宝还吃熟一点的啦。来，嘉英哥，所以你要，这样可以吗？啊，可以。谢谢你，两个都给你、啊、这给我一下，我吃一下，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很嫩，是不是？是不是特别嫩？是不是比我今天下午点外卖的牛肉好吃多了？是不是我的西点是正是应该的？还可以吧，谢谢你，真的挺好吃的，好好吃哦，真的好嫩哦。所以我们现在还有货吗？加好了，我们快点去买。天哪，真的好嫩。它是领70元的优惠券，我都没跟大家讲说领70块钱优惠券，一定要记得领70元的优惠券，我们还会再送大家300克的藤椒鸡米花，对的，以及西兰花蔬菜包，还有牛油跟黑胡椒酱，一共是168块钱8片，每片只要21块钱。我跟你讲，这绝对你宝宝是吃得了的，因为它是嫩的。你可以这样就接2块，其实3个人吃差不多。是的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去抢，因为真的佳琪在就是生鲜上面，我真的是还很谨慎的推荐产品。我们有8个月没有推荐生鲜牛排，但这个品牌我们确实是给大家来推荐，因为它是那个肯德基跟必胜客的兄弟品牌，叫做烧饭儿，而且是有很多的女生买了之后，他们都会说这个品牌的牛排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就是好吃，它的味道是直接帮你腌过了，所以你不需要再次去加工它，就直接把旁边里面解冻了之后，把那个汁水先把它擦干净，然后直接去煎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谢谢你们的支持哦，所有女生马上加货，大家可以自己去拍哦，好不好？168块钱领70元的优惠券，大家一定要记得领取70元的优惠券，点进去购买就可以了啊！谢谢大家，来我们下一个。这个有点，这个是吗？我是觉得这一趴我应该可以下班了。对，还没有，还有两个呢，还有两个。好，来我们下面一个马老表的旗舰店给我们做的美们，我们不定时的公益链接。又来咯，过桥米线，是的，这是我们依然是云南的一个商务厅提报的一个助农产品，而就是我们在录那个我们在行动云南扶贫公益活动的一个专场的时候的是一个反响产品，这个时候哎，你知道我在云南播这个过桥米线整个一秒钟全部空掉，是的，这个云南的过桥米线超好吃，就是一个米线所需要的什么所有的大米啊、辣椒、花椒、牛肉啊，包括那个梅干等辅料，全部都通过云南省以及当地的一个就周边来采集和采买的，所以它对于长效致力于云南当地的一些脱贫空间是有很好的一个就收益的，所以这个是真的为大家来推荐啊。它过桥米线在云南其实有100多年历史了，是的，就很多人会去吃它，是因为以前有个传说，就是一个秀才去考就考试的时候，他想要就是更加的亲近的一个环境，就是他住在家里面，远离家里面一个很远的地方，但是他从他的家到他的就是休学的地方是要有过一个桥，对，然后他的老婆就害怕他在那个刻苦读书的时候吃不了很好的一个饭，所以他的老婆就会就是给他去送粉啊送面给他，然后就是在路途的时候会凉掉，对，就不好吃了，然后他的老婆就发现哎，就是把鸡汤浇在那个面上面会有一层封的就封住封油的一个效果，就封出来一个温度，然后他吃的时候又感觉是烫烫的，就感觉看起来没有任何的一些就是很烫啊或者怎么样，但吃起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有温度，所以就变成过桥米线，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啊。这个过桥米线的品牌是云南嘉义过桥的品牌，它叫做马老表，而且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家庭特惠装，天猫店铺价是37.9元8小包，佳琪直播间到手价27.9元8小包给大家，好不好？27.9元8小包给大家，大家记得一定要抢哦，3.48元一包，它里面会有4种不同的口味，有酸辣牛肉味、麻辣牛肉味、红烧牛肉味、菌子炖鸡味，好不好？菌子炖鸡味，你只要泡9分钟就可以了。再来一个，就是、那个、哎，佳音哥哥呢？来面膜哥哥来吧，我知道你饿了。
这个、然后 Frank 来吧，就是你要多吃一点。他们家有个特色，他们家只能泡不能煮。对的，他们家就是泡不用煮的，好不好？来，所有女生，这是我们的美们助农链接哦，我们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一个脱贫链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跟着佳琪一起来做公益，好不好？谢谢大家，辛苦大家了，谢谢所有女生。不辛苦，他们说不辛苦，不辛苦，辛苦辛苦，真的辛苦所有女生。就是我还是想要把我们真的中国的特色的产品推荐给全中国世界各地角落的女生们一起去试一试。它米线好 Q 弹，对的，它的米线非常非常的 Q 弹，这个米线真的很好吃。嗯、你也可以在家你们家自己买的，在我直播间买那种什么剁辣椒酱啊，还有昨天晚上买的那个老坛酸菜、榨菜啊，都可以加进去吃。的对的，又下架了，来我们再加一点货。因为它是真的便宜又好吃，而且你都不用开锅，连锅这个步骤都省、直接泡就行了。你只要泡个九分钟就行了。他们说没有座位了，你们进来点。他们说昆明人，他说一定要，他说昆明人我们都是一定要推荐大家买。还有这个真的很好吃，这个是真好吃，它的粉，它的米粉是真的是 Q 弹，它跟一般我们吃的方便面都完全不一样的口感，真的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妹妹都在说什么时候可以上这个，他们就想复购这个米线，这、是真的是大家都喜欢吃的一个味道。是的，好不好？谢谢大家，还有六百份，我们又要下架了。云南的过桥米线，大家可以自己去拍一拍。好了，我们下面一个我要抢的，我要下单的巴黎水来喽。对的，巴黎气泡水。做作又来了啊！这不做作，这很美的。做作的感觉又来了，哎，巴黎气泡水。就是我妈不从哪个地方喝哪个什么什么文章里面看到过，就是男生喝气泡水好这个点，她就一直给我疯狂买气泡水，说你给我喝。所以说，就是我跟你讲，阿姨都很信，我妈一直也会推微送，就没有某方面，差一点点还好收住了，就某一些文章给我说。女孩要早睡啊，女孩不能吃的十大食物之类的。对，就是他们会经常推送的给我。哦，好，知道了。啊，但是我跟大家其实说一句心里话，确实气泡水的话，就是会让你爱上喝水，它是有很强劲的气泡，因为很多人会喜欢喝气泡饮料，就是会有那种很爽口的感觉。对。但是气泡饮料有一些的话会比较偏甜，对吧？可能很多女生会说，哦，我怕长胖啊，我就是不能喝气泡，但是我又很喜欢喝气泡的那种口感。那巴黎水这个品牌就是我一定要给你们推荐的，真的富含气泡，优质好水，无污染，更安全的一个水源。巴黎水的话，它就开瓶之后呢，会有那种砰那一下的气泡那种喷射出来的感觉。然后我跟你们说，巴黎水你干什么怎么吃最好吃？第一个加柠檬，第二个我跟你们说，小梅屋买过吧？啊，梅饼买过吧？梅饼丢进去，那个话梅丢进去。不得了，真的了不得，就是真的就是 delicious， 真的好好喝。然后我每次就是在，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吃的很撑，的时候我就会喝非常大一口巴黎水，然后就嗝，就那种走出来很爽。对，好不好？这一款美们真的我一定要给你们推荐的一个水就是巴黎水，而且这个品牌的话，他们家最著名就是绿色的瓶子，就是一看这个瓶子知道，哎，哦，巴黎水，它是好不好？玻璃瓶啊。对啊，它是玻璃瓶的哦。我跟你讲，很多追求生活精致的美眉，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家里，看着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很高级。对的，好不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啊！天猫店铺价129一箱，一箱上24瓶，加入直播间。99，24瓶给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所有女神，3、2、1，上链接。我也要抢，等我一下。我曾经买过巴黎水，在别的店里面，我给你看的我的订单。Oh my god！ 48块钱24瓶。今天我们99块钱24瓶，你还不抢吗？哎，真的，一文姐买的是148块钱24瓶。哎，148哎，24瓶，我当初还买了2箱，真的。我很爱喝巴黎水的，我也是，我家也很喜欢喝巴黎水，我也要抢，我真的要抢。等我下，先等我抢一抢。我跟你讲，你快点抢，不然就没有了，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因为它真的折扣力度很大。所有的货都上上来了，没有了，好了，就这样吧。我没有抢到，那这几瓶给你吧，带回家，不跟你抢，不跟你抢，这是所有的货，它是分仓的，是吗？上海都买不到了，我的天。是，因为它是真的很，就是买过巴黎水的你们都知道，今天这个就是贵，这个价格真的是很便宜，99块钱24瓶，真的好便宜。因为我说句实话，它是有分塑料瓶跟玻璃瓶的。对的，它是330毫升大瓶的玻璃瓶的。玻璃瓶是真的贵。来干杯吧，不用一口闷吧？谢谢巴黎水，一口闷。皇冠在哪里？皇冠在哪里？是同流啊！哎，我的毛都掉下来了。哎，他们一直在摔你的发型啊。就今天的发型有点点就是奇怪，我想把那个蓝莓的头很大。今天我们发型师不认真上班，可
说我发型师，我先走了啊。来下一个，所有女生，谢谢大家，我们的零食给大家播完了，我们下面一个。哎，你要不要把维多多拿下来？对对对，维多多还给你，谢谢你，谢谢您，师姐师。等我帮我这个维多多的，所以你们报销一下。所以你们以后就是你上来的时候要戴帽子吗？啊，不用吧。就是也可以啦。也不用吧。也可以啦，这样你不用买新衣服啦。哎，那你这样就不能帮我报销置装费了。我们置装费也要报销的。好了，我们下面开始我们的生活产品，我们先预告一下接下来产品有哪一些啊？所有女生，接下来产品会有到的是妙洁的美门锁鲜蛋，以及狮王的牙刷，还有 SOS 足部浴巾喷雾，九阳的美门就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叫什么养生壶，还有我们的这是美妆夸迪刺泡原液，然后代码扣遮瑕组合，欧莱雅稀有棒粉底液， Tom Ford 黑细管的限量版金管，以及雪花秀润藻精华，传希诺美白面膜，竹北卸妆油，祖马龙香氛沐浴露，和我们的奥尔滨美白水乳套装，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就好像的美妆真的很好买，大家一定要记得哦。是，如果生活的产品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说啊，我们家都有的话，你可以赶快去洗个澡，等一下美妆一定要赶快记得来玩啊。好，来我们第一个，这个是我天天我们公司我们团队都在用的东西，对，每天都在用，这个用到就是整个老板他们都会说，你们是怎么会是吃环保的，不是吃环保的，吃这种就是包装袋的人吗？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我觉得每家每户都应该需要用，对，但是要买到好的质量的话是很难很难的。是，那庆姐她就给我们准备了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到的一些场景化，对，就这个袋子该怎么用，我就是怎么用这个袋子，你知道吗？因为我每天都会收到很多品牌寄给我的一些就是产品小样啊，就是比如说买这一堆送一堆，那一堆东西我要怎么保存，我就拿这个保存，全部放在这里面，要把密封好，对，然后就可以在下次直播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做展示。好了，来我们庆姐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怎么样去家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去利用这个环保袋，去利用这个就是密封袋，因为它是可以多次利用的产品，对的对的，而且它使用的范围特别广，家里有宠物的，宠物的一些狗粮对不对，猫粮，确实，你知道我有的时候，但是带 Never 去某个地方玩的时候，或者他就是想要去就是别人家里玩几天的时候，他就会我就会这样给他装这个狗粮，是，然后把他的那种湿粮啊，然后这种狗粮都这样装起来，把它密封好，对，然后带到旁边去啊，这个很好装狗粮，不容易受潮，包括平时带孩子出门或者自己出门，有时候饿了时候饼干啊，装饼干，小朋友的一些玩具它更干净一点，对，在这边、哦、在这边小朋友的玩具可能让它更干净，就收纳起来更好去把握，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利用的我觉得很好啊，真的呀，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真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虽然我们现在口罩还是非常非常多可以买得到，对对对、嗯、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就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就是动作是非常非常的体现出你的怎么说呢，就节约，或者是体现出你不浪费资源的一个 多次利用，对，多次利用，因为口罩第一个就是确实我们现在会化妆，然后口罩可能会蹭掉一点粉底液，但是我觉得自己用了的口罩，你知道现在很多人会喜欢有一个什么习惯吗？他们用完口罩、嗯、我觉得这个习惯可能不太好，确实是不太好，我觉得，因为他们用完了口罩，比如说他这个口罩会这样，对不对？对。然后很多人就害怕口罩丢掉，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嗯。但他们会把口罩这样。对啊。就挂到这儿。是你吗？是我。就很多人，就不仅是就是你们，就是我见过很多很多外面的人，我有的时候是跟别人开会。吃饭啊。对，就吃饭的他们挂到这儿。确实这个是大家不想要把口罩就是浪费，对对对，或者把口罩不想丢到哪里去、嗯、想要吃完饭的时候可以把它摘下来立马戴，是，但这个地方你放在袖子上会有很多的细菌，是，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袋子很好，我觉得哇这个做的太好了，是，这谁想的，加工资什么都是你，是我、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发红包好吗？因为确实就这个袋子其实不会有多贵，而且袋子可以反复利用、对对对，就是你可以拿一个这个口罩，我们在比如说到了办公室或者跟别人开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口罩先装起来，对对对，然后还可以把它像折一折，把密封了，把它放在包包里面，对，下班再用，对的，然后下班的时候挤地铁的时候再用，对、嗯，这样子的话可以节约口罩的一个使用率。你、这个说服到我了，我开始是不是这个我每次挂在耳朵上一，是有的，就是我也习惯挂在耳朵，对对，但就会觉得挂在耳朵上就是还是不方便嘛，嗯，对，我觉得放袋子里面更好一点点。好，来还有什么方法？什么这种柠檬茶的也可以，啊，这种冻干水果茶也可以，花茶，对、嗯，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平时有时候你偶尔一两天出门的时候。装一点小旅行装，这个可以，这个我也会用，就是那种旅行装的时候我一定会用，就是这种密封袋去装到包包里面，对的对的，这种就是比较方便哈对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零食了，就是、不管是居家还是出门的、对，就是有的时候在家里面吃一包零食你吃不完，吃不完，然后那个就是又封不了口，就吵，然后你夹那种夹子又很难夹，对，就
直接把零食倒进在里面。嗯、然后你知道我有看过一个就是那种短视频嘛，就是他们会说，就是韩国人、日本人教你怎么样去收纳，因为日本人很会收纳，超会。哦，他们就是很喜欢用这种袋子，就是把每个东西装那个袋子里面，一个个个放，规整的超好。第一个会让你的家庭的环境规整的非常非常干净。是。第二个，他在找它和在利用的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方便。嗯。然后还有一个点是什么点呢？就是你在泡澡的时候。因为现在每个女生她会怎么样，她会精致，而且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是，就是我们有的在泡澡的时候玩手机、嗯、水蒸气会让屏幕或者是手机受潮，哎呦呦呦，第二个就是有的时候你玩手机玩手机不小心蹦动完蛋了，就掉到浴缸里就废了，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一个这个美门密封袋去把它密封起来，你在玩手机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去哎滑一滑，就是看个东西什么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然后滑一滑它也是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的。吃火锅的时候，好好 对, 对, 对，还有吃火锅一般的火锅店都有啊，对 对, 对，但在家里面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对，好吗？我觉得这样还挺棒的。那我们今天来做个小实验，是这个品牌妙洁的美门一次性的，不是一次它可以多用，它是一个保鲜不串味，它是一袋锁鲜的一个锁鲜袋，我们怎么样去测试它真的密封性好，是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个就是烟油放射器，烟油、嗯、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场跟大家演示一下看看它密封效果好不好，对的，烟是很容易钻出来，是就钻出来，就烟很容易很就是你说防水型这种一般都可以做得到、嗯、但是烟是真的很容易很容易就是跑出来的，所以我们来模拟一个就是密封袋里面有很多的烟，它会不会跑出来？这个点好吗？嗯嗯，好，都是这样放胳膊上，但是放胳膊上我觉得不太好。嗯，好啦，我们看一下哦，我们直接把烟油的一个扩散器放在了我们的妙洁的一个锁鲜袋里面。好，我们把它开机。我们把它打开之后，大家看一下，它一会儿这个袋子里就会有烟。嗯，反过来，倒过来。好。好，然后它上面，其实我跟大家，我们在等这个烟之前，我们给大家再说一下，对，这个地方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贴心的，就是说日期跟什么跟内容物，对，就是日期跟内容物，你可以在这个上面直接写，是，就是你写上去了之后，你就可以，就是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非常非常的好去找到它。我们再加点烟油进去吧，再加一点，嗯、对，好，哎，它其实是不是已经有了？对，它里面已经有一点，但是不够多，有烟了，我们再多加一点，嗯，这样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是的，好不好？我们先上链接啊，这个是食品许可的，就是你们有的时候锁鲜一些，比如说水果啊，包括一些菜品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天猫店铺价59.9元五盒，有三盒中号，两盒大号。佳琪直播间只要49.5元，三盒中号，两盒大号给大家。如果拍两件，只要89元，一共246个，平均一个只要3毛钱。如果你拍一份的话，是123只，那一只只要4毛3分钱。所以我建议大家拍两份比较划算，两份到手价89元啊！3、2、1，上链接来喽！可以冷冻吗？可以的，没有问题哦，美们，你装那种肉。就冷冻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的，它主要就是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密封的效果，是的，对，不知道大家看得清楚不清楚，上面其实已经有一些烟，有很多的烟了，对对 对, 对，但是它那个烟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多，它的烟是慢慢散出来的，对，慢慢散出来的，嗯，好吗？我们还可以再给大家做一个一个实验，就是防水，防水实验，对的，我们来可以给大家再做一个小防水实验，请问谁贡献手机圆珠笔，圆珠笔是可以直接在上面写的，好不好？它可以直接去写的，来我们看一下，看直播，嗯，来，大家记得在用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按紧，一定要把它按紧，是的，这个手机现在是正在使用过程中的，对不对？嗯，我们直接可以丢在水里面，就是浸泡在里面，我们可以把这个口都放进去，就整个放进去，它的防水效果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好不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宝妈们做收纳，包括你再去锁鲜一些东西和去储存一些东西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小帮手，而且它是真的很多，嗯，49.5元有123只，对对对，嗯，这个也是送给大家的哦，是的，今天买一套我们就会有到这个中号装给大家，对的，6只装的3盒给大家，是，然后我们买2套的话是6只装的6盒给大家，就是买一套49.5元123只，买2套89元246只，对的，给大家啊，嗯，谢谢你们的支持，来我们再加货，好，我们现在取出来跟大家看一下，是的，手机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不会进任何的水，是，嗯，又没有了，来吧，我们再加一点吧，这个就是我们妙洁再加一点货给大家啊，加好了吗？来，所有女生，妙洁加好咯，谢谢你们的支持，数量记得填啊，我建议大家数量填啊，因为这个是绝对用得到的，是，好不好？谢谢你们的支持，夏天因为保鲜的东西特别特别的，嗯，很容易滋生细菌，滋生细菌，对，又容易潮，是的，嗯，加好咯，这个质量很好，谢谢你们。来，我们下面一个狮王超细的美门牙刷来咯，爆款来了，爆款产品牙了来了。
这个是狮王超细的一个细毛的牙刷。这个牙刷我跟你们说，是真的，我们挑选出来的里面，它那个刷毛啊，超细超细超细。很多的达人们都会推荐这个牙刷，说这个牙刷刷牙就是那种呵护感，不会是那种很硬的。不是，你知道我有刷过那种硬的，像我们出差去酒店的时候，酒店的牙刷都不会特别特别的好，对，它都是那种宽头的，然后那种巨硬，然后每次一刷，整个我跟你们说，口腔里面都是出血，对的，会容易出血。这一款的话，它是4400根的细毛，它是高密的一个羽绒触感，它是0.01毫米的一个极细毛，它可以帮助你就是刷到你整个牙缝里面的一些污渍可以刷出来。所以这款产品的话，它的第一个清洁能力很强，第二个它很温和，不容易有血流血的情况，和不容易让你牙龈会有什么会有血的情况出现。所以这个的话呢，是 V 型设计的一个牙刷，它可以很好的深入到后槽牙去帮你做一个清洁。天猫店铺价69块钱一套四支，佳琦直播间69.8元两套八支给大家，对，好不好？想要买牙刷的女生，大家可以赶快去抢哦！谢谢你们的支持，它可以很好的赶走牙菌斑和牙齿的一些就是口腔问题啊。嗯，来，所有女生数量填二，领70元的优惠券。是的，大家记得一定要领券，数量拍二。是的，因为它是加宽了，所以它在刷每一次的时候，就比之前的面积还会增大一点点。是的，嗯，减少大家刷牙的这个时间。对的，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在刷那个牙齿的上面的时候，你其实要有什么要对沟窝的时候，你是要面积稍微大一点，可以帮你更好的清洁你那种牙缝缝里面和沟窝里面的一些就是细菌啊，对，包括一些污垢啊等等等等。对，而且它其实毛刷是非常非常软，超软，而且是很细很密的。嗯。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来马上加货。因为狮王这个品牌在日本药妆店里卖得很好，也是百年品牌了，对对对，他们家做牙膏做牙刷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品质。嗯，很多的一些小朋友的这种牙刷也都是狮王，也都很好。是的，哎，我们帮大家选了小朋友的牙刷，我们过几天会给大家来做直播，好不好？我们帮大家选了一个就是很有名的小朋友这种牙刷，也在我们的宝，让我们的宝妈们都是给他们的宝宝去试用。是的，然后试用好了之后我们给大家来做反馈，哎，要来给大家做直播啊。谢谢你们的支持哦，数量填二，领70元优惠券，牙刷好不好？最爱狮王的细齿牙刷，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大家。还有1000份，我们加了10000个狮王的牙刷，还有700份，还有300份牙刷，又没了，对不起大家，美们又没了。好了，我们再加一点货，下面一个我一定要给你们好好推荐，因为我超害怕，对的。就是我其实就对于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嗯，就是特别对于人多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会觉得这个是很多女生都会注意到的一个点，是因为夏天穿凉鞋，就是凉鞋太好看了，对女生会觉得说哇凉鞋这个想买那个想买，然后这个品牌凉鞋太好看了，嗯，就是凉鞋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需要脚是干净漂亮的，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呢你不是说你不爱干净得了一些比如说真菌感染或者是脚气的问题，嗯，那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穿了意外啊，对的，意外出差，对对对，或者是在别的朋友家聚会，嗯，穿到了一些拖鞋就交叉感染了，嗯，包括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老公的脚对吧对吧，他就他有脚气啊，或者又是什么什么，就是有真菌啊，然后晚上不洗脚啊，然后你会觉得你不想碰到他或者不想被他传染的话，我跟你们说这个是真的，就是对于只有男朋友的或者是经常穿运动鞋的女生们，其实也是一个很需要的产品，很需要，包括家里面来人来的很多的人，对对对，也是很需要的，这个是 SOS 的一个脚部的一个抑菌喷雾，嗯，它是可以帮助你抑制除臭科技，它是可以抑制臭味以及抑制细菌，同样它还可以帮助你去有效的抑制真菌跟病毒的一款喷雾，对，所以这一款的话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经常穿运动鞋，你经常跑步，你经常去就是运动的女生，你的那个跑步鞋会容易有味道的话，你每次用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直接喷在我们的鞋子里面，对，第一个直接喷在鞋子里面，然后第二个喷鞋你可以直接喷袜子上，可以喷袜子，你也可以直接喷在脚上，也可以喷皮肤，对的，对，也可以喷皮肤，所以没任何问题，所以有的时候你穿那种凉拖鞋，你穿之前喷一喷，因为我们穿凉拖鞋是不会穿袜子，对的，这样更容易真菌感染，所以，嗯，只要你有小伤口，然后你再穿到了这种有真菌的拖鞋上面，就会很容易真菌感染，很容易交叉感染。是的，包括还有就那种试鞋子，嗯，你知道吗？啊，试鞋子，对，对，就是去专柜的时候，这个女生是吧？哎，我喜欢这个款，我也想试试一试。你怎么知道别人会不会有这种问题？是的，所以这个就可以装在包里，很方便。我觉得我跟你们说，卖鞋的就是导购们，应该你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备一个，对对对对对对，你会很贴心啊。这个它对于传统的那种脚气膏的话，第一个使用方法很方便，第二个是没有味道的，第三个它是不会产生依赖性，对，就大家可以放心。嗯，德国 SOS 的一个足部抑菌喷雾，相信我一定要去试试看啊！天猫店铺价59一瓶，佳琦直播间58两瓶，领60元优惠券，数量填二，它不会脱皮啊，领60元优惠券，数量填二，三二
一上链接，不会脱皮的哦。对，我们到手是58元两件给大家。是的，你就可以放在家里，比如说鞋柜里面一周，比如说定期喷一喷。是的，因为老公在夏天说踢球啊，或者出去喝酒啊，去朋友家里玩呢、啊，嗯，你也不知道，就你老公穿了几次这种别人家的拖鞋，对对对对对、嗯，这样喷一喷，然后自己平时就也可以，皮肤可以喷，鞋柜可以喷，袜子可以喷，鞋可以喷。我觉得很好，就喷鞋柜里面的那种放置很久的鞋子，可以的。对的，你要拿出来穿的时候，你要先喷一喷它。嗯，好不好？试鞋真的很烦。对啊，试鞋真的很，就是很容易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嗯，包括有的时候你去试衣间，你要换上就是拖鞋的时候，那个拖鞋是不太那么干净，是是是，所以我一般都选择直接踩，用脚踩在地上。啊、嗯，就哪怕袜子脏一点点，我也不会去穿，就是试衣间的鞋子。就宁可脚脏。就宁可脚脏，也不会扔掉，就是、嗯、对，就是我可能会比较这样注意一点点这个事情。你这样一说，我突然间想起来，嗯、之前昨天在抖音上刷到一个、嗯、一个某平台上刷到。嗯，就是我朋友让我去他家里玩，告诉我家里特别的干净，让我光脚，然后他把脚底板印到过来，全都是黑的。对对对，是，就所以有的时候宁愿光脚嘛。对，去朋友家里面，现在就是说拖鞋，大家有时候也不愿意，那么带着这个就更加安全健康一些，是的，好不好、嗯？谢谢大家的支持，喜欢佳琪请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嗯，这是一个德国品牌，然后我们很多粉丝你们都买过这款产品，真的是很好用，嗯，特别特别的放心。好啦，我们下面一个生活产品，九阳的美门养生壶 ，Hello Kitty 版。来喽！这个超可爱。对的，我觉得现在应该要给大家来推荐起来养生壶了，而且就这个养生壶真的太可爱了。是、嗯，你知道我们真的囤了好久，都会囤了8000个。Yes。囤了太久才囤到8000个，这是一个 Hello Kitty 版的一个养生壶。嗯。第一个，它是800毫升的，专属于一个人容量的。就比如说我在办公室把这个放到那儿，嗯，我煮了一壶，一天差不多就是800毫升左右。嗯。你可以再加一次水，再煮一遍也没任何问题。这个是304的一个不锈钢级别的材质，而且这款的话，它外面是高硼锅，它是高硼硅的一个玻璃，它是不具什么就冷热聚变的一个效果，对，所以这款产品你煮水、你炖煮、你保温多种功能都可以去选择。60秒，它是有一个提壶记忆的，对，所以这款产品的话，40度到90度可以调节你所需要的一个理想温度。嗯、喜欢喝比较烫的水的女生们，你就可以把温度调高一点；喜欢喝稍微温温的女生们，就温水的女生们可以调低一点点。你可以自己煮这种，比如说营养茶呀、啊，对，包括一些从炖那种银耳啊，炖那种什么燕窝呀、啊，之前卖的那个薏米，对，炖什么薏米茶是都没有任何问题、嗯。这个颜值而且很高很高，它是这种奶粉色，对对对，就是它这个粉就是不俗气，是那种淡淡的，一点都不俗气，这个粉很好看。而且刚才佳琪跟大家说到的这个800毫升，它是有刻度的，是的。所以美眉们可以根据自己，如果你说我今天胃口没有特别好，我就想喝一碗差不多，嗯、那你就选择300毫升、500毫升还有800毫升的这个刻度。没错，这个其实不单单是颜值，就是它的整个的材质，因为这个没有装东西嘛，给大家看一下，哦、这个底部、嗯、加热的底部就是304的是的顶级的不锈钢，大家可以放心去买它。对，而且它调节就是操作起来特别的简单，是。比方说，我们如果喝牛奶，可能我们就大概40多度就 OK 了，是的。但是喝绿茶，可能就要到80-90度，对的。所以它温度不同，我们是可以精准的去调节它这个温度的。嗯。而且如果说它，因为很多美眉现在就是身体不太好，有时候胃不好，是。我希望一直喝到这种温热的。哦，对。对，这个时候呢，它能够做到的就是一个长效的保温。对。这个保温就是我今天想喝，我放在那里，可能过一段时间我忙，我之后不想喝。对。我晚上又想喝的时候，它就能够一直的。是温温的，温温的，热热的，对对对，而且就是美眉们永远就会有几天是肚子不太舒服，所以你就喝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对对对，不要太喝过于冰的东西，不要太，因为亚洲人的体质就是跟欧美人体质不一样，是，好吧，我们还是要遵循就是我们老一辈的人给我们的一些经验，嗯，就是喝一些温东西，不要去喝太过于冰的东西，对，好不好？对的，来这款养生壶，天猫店铺价399，佳琪直播间199，是 Hello Kitty 的人气 IP 联名款，只要199哦，拍立减100元，佳琪直播间领100元优惠券，321九阳旗舰店，保修跟质保都是有很好的一个就是品质的啊和保证的，大家可以放心。是的，我们领100元的优惠券。是的，而且告诉美眉们，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已经煮好了，比如这个红枣，这个桂圆的枸杞茶，比如说我这个煮好了之后，我就现在提起来，我就可以继续的这个倒完之后放在这里，它的程序不需要再次去调整，就是不需要说再开机，不，它是有60秒的一个记忆时间，所以说你放上去的它会又是跟你刚刚那种保温就行了、嗯、啊，好吗？苏打水没有货了，不好意思，来我们的所有女生养生壶再加货给大家，只有8000个养生壶哦，这个养生壶的价格可以买到这样子的颜值、这样的大小、这样的品质，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嗯，他们说他们想买行车记录仪，不会吧？
这个东西我可能比较难找得到行车记录仪，这个有点太宽泛了，有点太。买车的时候不是应该会赠送吗？对啊，买车的时候应该都会赠送，不送，不送，买车应该会送行车记录仪吧？不送。哦，你要他送你，他绝对会给你卖给你的。你跟他聊一下，对，应该聊一聊，你要讲价，互动讲价，你要跟他互动一下。我都买了你这辆车，你要不要考虑送？送我一个行车记录仪。如果你们店没有的话，我就不我来帮你找另外一个销售，好吗？谢谢大家，九阳的养生壶上链接喽，谢谢你们的支持，记得直接拍。他会拍丽姐100元，再领一张100元的优惠券，对的，好不好？拍丽姐100元，再领一张100元的优惠券。谢谢你们的支持，喜欢李佳琦请多多关注佳琦直播间啊，多多关注佳琦直播间，谢谢大家。好啦，可以煮粥吗？可以的，根据自己的选择啊。对的，来我们下一个，哎，我们的生活产品就没有了。对的。好，那我们下来，我们预告一下今天的美妆福利有哪些。你也想买行车记录仪？竟然有这样子的吗？大家应该不会就只有五个人想买吧？然后就是，然后我上了就只卖出五个，说李佳琦完蛋了，你他又不行了，李佳琦又要再见了，就有点害怕，我就害怕会卖这种东西给你们，就是，嗯，怎么办？他们送的行车记录仪不好，我们找找。行车记录仪，你们觉得价位多少钱你们可以接受啊？因为我哎，真的，这些真是真实的吗？你也想要行车记录仪，你也需要，都是一个人在刷的吧？我们看一下 ID。对，你想要行车记录仪这种东西会多少钱？差不多多少钱一个？500、700-1000、700-1000多，还算贵，好贵哦。他们说500多、800多、200多、1000以内。那我们试试看吧，去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啊。我不一定可以找得到，因为这种东西还不是我们的专业，因为我不会开车，所以我要去问一问、咨询一下那些比较会开车的人去给大家来推荐，好不好？谢谢大家啊！喜欢佳琦，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多多关注。好了，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接下来的美妆会有哪些产品？我们会有到的是夸迪刺抛，蓝铜刺抛来了，这个刺抛精华我跟你们说好用到不行不行的，还会有代码扣遮瑕膏，以及欧莱雅稀有棒粉底液，还有 Tom Ford 美门黑细晶管唇釉，以及雪花秀的润藻精华，传希诺的美白。面膜和竹本的卸妆油，祖马龙沐浴露，以及还会有到的是奥尔滨的美白健康水套装。是你不会开车哦、嗯？我会开车，我跟你说，代言了无数个就是车的品牌了。因为我不会开车，我也不能去代言任何的车的品牌。就是在你这种这么高的年龄层，你才这么高年龄层内学车可能就晚了。我可以不学车这辈子，我打车不行吗？可以，真的是一种遗憾，我跟你说。是，我承认这是一种遗憾。你说什么？你再大声一点。下次我帮你做代驾。不用，谢谢你，我不敢坐你的车。所以旺旺是上高架就回不来的一个人。上了三回，就是、上三回，然后又下去了，又上同样的。拆开又没有到那个位置下去，然后又下来，然后从头再来一次。所以一般2公里路你要开一个小时。我有次去你家开到了浦东。跨海，你知道吗？然后啊，开播啦！然后我就是，你知道吗？特别着急，非常着急。市中心开到市中心，为什么你要从市中心开到？就是导航就是浦东去了。对的，旺旺开车，我跟你说特别可怕，你知道他开车巨可怕。每个就是我们同事坐他的开的车的时候，都是觉得说不行，再也不要坐旺旺组车，宁愿自己走路，都已经走到了。就是想下车自己打车去。对，好不好？谢谢大家。为什么不会开车？因为没有时间可以学。你知道学车的话是还蛮费时间的。不能说费时间，是蛮花时间 的，对，因为要投入进去嘛。嗯、是的、嗯，好吗？谢谢大家支持啊，不好意思啊。好了，所有女生，第一个夸迪蓝刺泡来了。哎，有用过这个产品的女生吗？这是 CC， 就是我第二次买它，对不对？嗯，对，是第二次直播，对不对？有第一次买了它的女生吗？哦、我今天头发好丑啊。有第一次买了这款蓝铜精华的女生吗？有没有？有的女生扣个一。你们用了，你们觉得好用的女生，你们说一下，是不是超级厉害？这一支精华液，我跟你们说一个心里话，李佳琦已经用了第三盒了。哎，三十支一盒的，我已经用了第三盒了。我跟你们说，好用到爆炸，好用到不行，是我真的完全离不开的一个精华品牌，它叫做夸迪。华西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出来的一个产品，这个单品你知道吗？就是我用一次我就爱上它，是因为它是一款维稳抗皱跟焕活年轻的
刺泡精华。是的，我以前很看不起刺泡精华的，这是真的心里话。我以前非常看不起这种刺泡精华，我说凭什么卖这么贵？然后我真的用了一次之后，我说这个刺泡精华跟别的品牌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这么多年在淘宝里面做美妆主播，我以三年时间我没有推荐过这种刺泡精华。这是我第一个推荐的品牌夸迪，我很荣幸我找到了它，因为它里面的主要成分让你看起来年轻皮肤稳定的主要成分是第一个美门二裂酵母发酵成绒包物，再加上西敏修。什么叫做西敏修？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个专利证书。西敏修这个精华的成分是夸迪品牌方的发明专利。西敏修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呢做到什么？做到抗老紧致，以及让我们的皮肤提升它的一个肌肤活性，让你的皮肤是真的一直是处于那种运动跟就是活性的一个和健康的这种状态。所以西敏修这个成分，美们你们一定要去试试看，好好用。第二个，夸迪家最有名的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五D玻尿酸。什么叫做五D玻尿酸？以前的玻尿酸就是大分子玻尿酸，然后好一点的玻尿酸就是什么中分子玻尿酸、小分子玻尿酸、大分子玻尿酸。美们，这个品牌夸迪这个品牌，它的玻尿酸是一个玻尿酸分子的一个单体结构，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的，给你们看一下。这也是我们从实验室拿出来的，这就是美们一个玻尿酸分子的一个单体结构。那美们 HA 的玻尿酸是四到八个这样的一个美们完整的双糖的一个结构。那西敏修也就是那个 HA。对的 ，micro HA 是夸迪五 D 玻尿酸的一个核心成分之一，所以它的原料的话是非常非常昂贵的，分子量是500道尔顿，小于5000道尔顿，是小于5000道尔顿，它可以作用在我们的皮肤的真皮层，它可以真的是作用到我们的皮肤的真皮，让我们的肌肤它发生改变。第二个，它里面还有 mini HA， 就是迷你版的玻尿酸，它是什么？是14个到30个这样子的一个结构组成的。那 mini 玻尿酸是有很好的具有到什么？具有到就是渗透的一个效果，它可以到我们的基底层，让我们的基底层从里面到外面慢慢的渗透出来，让的皮肤从里面慢慢的在外面改变出来。所以这款精华有到的是二裂酵母成绒包物，加速我们皮肤代谢，修补我们肌肤的 DNA， 再有西敏修去帮助你层层的作用在我们的肌肤每一层，然后再用什么蓝铜胜肽，这个东西就是决定了这支产品我立马爱上它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蓝铜胜肽贵妇级别的就是胶原蛋白促生剂，它是可以快速的修复长痘痘肌肤留下来的痘坑跟痘印，以及泛红和皮肤晒太阳留下来的损伤。对，蓝铜胜肽协同于3肽-1、3肽-5三种形式的三肽衍生物的一个复配配方，它形成了1+1+1=3的一个奢宠的抗衰效果。所以它用到了蓝铜胜肽，再加上五 D 玻尿酸，再加上西敏修，它可以帮助你的肌肤第一个修复屏障、细腻肤质，以及帮助你基底就是基底自愈，就是自己让它修复回来，然后它可以让你的肌肤很弹润。而且我跟你们说，用一支你可以看到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发现，哇，我的皮肤超好的，就是莫名其妙的超好的。我第一次用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它这么厉害，然后你知道我推荐给那个晴晴，就是前两天跟你们试那个昨天那个很久气垫霜那个女生，她就说了，她说佳琪这个品牌太好用了，然后我只要这个品牌寄东西给我，她说我可以帮你试用的，你没有用没有时间用的话我可以帮你用的，就是真的超超级好用。我们两个痘痘都是用夸迪的东西，好的，你知道夸迪的绿刺泡精华挤到脸上两支，然后敷一张面膜，哇哦，痘痘不会，第二就直接被扁下去，然后再用这个来做修复。这个是我每天都会用一支的产品，美们相信我的女生买它不惜任何成本，华西生物斥巨资打造的一支蓝铜精华液，五 D 玻尿酸，再加上西敏修，再加上蓝铜胜肽，准备好了没有？很贵，但是真的你绝对会爱上它，而且会比很多的一线品牌的就是那种精华我觉得会有效果，就是让你可以看得到效果的一些产品。天猫店铺价558块钱，一支是1毫升，我们是有30支30毫升，买直接减160，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做160，398 30毫升，再送美门哦吼来了，老包装还没有改包装的。李佳琦说这个面膜大家可以放心去用，这个面膜我们全公司的女生都说好用，没有一个人说不好用，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超级贵妇成分，叫做麦角硫因。
这个贵妇成分是真的10000块钱面霜里面会加的成分，麦角硫因，而且它的麦角硫因的一个成分排到第四、第五。这一张面膜用过的人都说，哇哦，真的，真的，我跟你们说，这个面膜你们可以期待一下，因为这个包装我说太丑了，我这个就是像微商的包装，就真的就是完全没有设计。你知道吗？这个包装就是他的老，你们现在认清楚这个包装是他们的老包装啊，老包装他们老板全部不要了，都送给你们，给你们做体验。就是外包装不一样，它里面东西是一模一样的成分。我是帮他花了一个时间，帮他去改一个包装，就是不知道那个包装出来之后，你们会不会认可它很好看？他什么时候会上新的面膜？美妆节，我们的美妆节的时候会上给大家。哦，那就在8月份。8月到9月中间我们会上新款包装的夸迪的一个面膜，因为这个面膜我好早就想给大家上，但这个外包装不行，它不会火。这个外包装就是一个随便就是一个小学生排版的外包装，所以不行，我帮他改了一个那个包装。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你们用你会说哇塞疯掉了，麦角硫因的面膜，而且麦角硫因的成分在第五个，好不好？麦角硫因的成分在第五个，真的非常非常棒。这个面膜的成分列表，好，这赠品啊，一支一盒，它一盒五片就要卖238，再加上美们同款焕颜刺泡7支，就是你带到包包里面出差的时候用的7支，给你们买30支送7支同款，再送一盒正装的麦角硫因面膜，总价值4.2折的活动力度，只生产出来了28000组，因为上次节卖空了，只有最后的28000盒了。来，准备好了哦，所有女生，夸迪焕颜刺泡蓝刺泡来喽！马上会给大家买它，很好用。14号宝贝链接，大家点开链接往下滑，领取一张160元优惠券。是的，相信佳琪哦，真的买它。有任何肌肤问题的女生，包括你是爱长痘痘的女生们，就是让你的肌肤想要焕亮，让你的肌肤想要就是细腻，是，然后让你的皮肤想要怎么想要就是舒缓下来的话，一定要去买它。是的，是的，马上给大家货。好啦，就是。姐妹们，智商税 OK？ 不是不是，这个真的很好用。没关系，没关系，不用、这个、不相信我的，你永远不会相信我。你去相信那些就贵什么，然后就是神什么的东西吧，好不好？嗯，跟你说好成分，你也不相信我。嗯，你可以试大牌，也可以的，大牌我也推荐的啊。对的，这个是真的不便宜的国货。这个我为什么我觉得它凭什么卖398三十支？因为它真的好用，因为我连。5000块钱的面霜我都可能都不用的时候我会先去用它，因为它让我的皮肤很稳定，它让我的皮肤超级超级稳定。当你的皮肤在受损的时候，你用任何的5000块钱的面霜，5-10000块钱的精华，我跟你说没有用的，只会让你的皮肤有更多的一个负担感。因为当你皮肤不健康的时候，那些猛药的成分是很难吸收进去的，好不好？来，我们加货一下哦，所有女生，夸迪加货给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哦。夸迪我会让它变成非常火的国货品牌，你相信我。华西生物旗下的大家是要放心的。我跟你们说，这么多次泡品牌，我为什么只选择夸迪？不是夸迪给我的钱最多，很多人给我的钱多的比华西生物的夸迪给我的钱多的多多多，但是我只选择它。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很好。我觉得有真的在认真做产品的品牌，我就花不惜一切的余力去把它推荐出来，更何况是国货。 好吗？是真的好用，我们很多人都试用，不同的肤质都是的。你知道我送好多好多人哦，这个品牌的东西，我就是他们说佳琪有肌肤问题给我推荐的东西，我说来拿这个走，超级好用。是的，这是什么？这是精华，使用了水之后，你们家就是你想要配的水没任何问题，你可以不用他们家水，不用他们家面霜，因为他们家的水跟面霜我还在试，所以你可以用你们家任何一瓶水搭配它，然后再搭配任何一瓶面霜，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稳定的很好，很好，很好，很好。一定是痘痘肌肤的用，对的，你敏感肌都可以用，你想要抗初老，你干皮，你敏皮，你油皮，你痘皮，这款精华不挑人，都可以去使用到的一瓶，就是全效精华液啊。它是让你焕颜的，并不是去痘的。嗯，夸迪，如果你是专门是痘痘的女生，要买绿刺泡，这个是所有女生都可以用的一个蓝刺泡，不一样的粉刺泡，你知道吗？我都跟你们说的，我还可以卖他们家粉刺泡呢，粉刺泡我直接说我不卖了，为什么？粉刺泡本来我可以拿过来做什么？做一个吸引新流量的一些东西，因为粉刺泡很便宜。嗯，但粉刺泡就是蓝刺泡跟绿刺泡里面都有粉刺泡的成分。我跟他们老板说：“老板，不好意思，我不会卖你的粉刺泡了。”是是是。他说：“啊，真的吗？佳琪，我还有很多货呢。”我说：“不好意思，我真的不卖了。”当赠品吧。因为对的，我跟他们老板就说：“我说当赠品吧，因为我觉得蓝刺泡就是有粉刺泡的效果了，而且这个蓝刺泡比粉刺泡我用下来的感觉更好。是，所以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好不好？我有的时候长痘痘的时候，我去贵州长对称的两颗痘。”哦，然后就是因为水质不服嘛，就长对成两颗痘。嗯、我就是用完了 SK2 的水，然后
一支绿刺泡，一支蓝刺泡，再加一个面霜，睡觉了，就这样子，嗯，好吗？谢谢大家，就是真的不是便宜的东西，但是真的，美们你试一试，你相信我，真的超棒，好吗？因为至少李佳琦用了这么多的护肤品里面，我会花这么多的时间跟这么多的精力推荐一个新的品牌，我一定有这个自信，它会火，嗯 ，trust me， 相信我吧。可以洗完脸直接用它，但是我还建议大家先把你的水油平衡调整好，你可以先喷一个保湿补水喷雾再去用它啊。然后这个面膜，那个我的相信我的粉丝美眉们，这个面膜你用用看，你用用看这个面膜，如果你是会看成分列表的女生，你自己拿回去这个面膜你看看成分列表，它的成分列表我给你先可以给你们先读一下，水、丁二醇，然后甜菜碱，然后麦角硫因，第四个成分就主要成分麦角硫因，还有乙酰化透明质酸钠、水解透明质酸、水解透明质酸钠、透明质酸钠以及透明质酸交联聚合物，以及美门就是啤酒酵母菌提取物，还有到的是那种植物成分，都是有几个字应该读不太准，还有各种的酒生态、凝血酸、烟酰胺、富勒烯、肌肽、乙酰糖胺，然后水解胶原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很多的有效成分都是在甘油之前。一般的面膜都是水甘油，然后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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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有效成分，是它是在甘油之前就有十几种有效成分，好吗？谢谢大家支持哦！双十一有就这个活动，最多多送你两支精华，好吗？嗯，在我们的14号宝贝是的，反正我个人是特别特别喜欢夸迪，我只用夸迪的刺泡精华。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我只用赫丽尔斯的安瓶，我只用夸迪的刺泡精华。是的，它超好用，都会用的。我出差都会用，我出差的我的那个化妆包里面，夸迪精华就是扯出来放在里面丢进去。对。我们出差，我们带，如果他忘带的话，我们会50块钱的高价，50块钱一支的高价卖给我，他们会好。面膜好用的什么时候上？这个面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上，因为我在帮他改包装，包装改完了之后我会帮他上的啊，因为我不认可那个包装，所以我在改那个包装啊。嗯，好不好？对的，因为它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不精致，不是不精致，就是没有设计感。嗯，想要雅顿 OK 没问题。对于脂肪粒有效果吗？脂肪粒去看医生啊。嗯，现在没有什么东西是专门去除脂肪粒的，因为脂肪粒最好是要看医生，因为眼睛下的皮肤很重要，因为眼睛下的皮肤比脸上的皮肤要薄很多很多，好吧，要薄很多很多。嗯，那我们下一个，有个女生说我要开始买他们家股票了。你不要这样子，我没有这个保证可以保证你买他们家股票会赚钱的啊，你不要这样吓我哦，这样搞得我以后推荐产品的时候很有压力了。但这个品牌我跟你们说是一个有潜力的产品，是一个我认可的东西，因为它真的很好。绿色8月初就会上。嗯，绿色的话8月初我们会上给大家，绿色祛痘的8月初会上给大家的，好不好？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下一个代码扣小金管遮瑕来喽。小金管一次用多少量？一次一泵挤完，然后全脸用，用完用脖子，我是连脖子会带在一起用的。嗯，好吗？这个用了之后可以用美白的东西不？可以，你可以叠加你们家的美白精华一起去使用，你可以叠加美白精华一起使用哦。背部的痘痘呢？背部的痘痘啊。我最近在用一个系列的东西涂背，哇，超厉害！理肤泉，不好意思，就是理肤泉，那是涂脸的，那祛痘的一个，那是我是真的跟你们说句心里话，我让它涂背，哇，效果超好。然后你背部痘痘，你可以买 NARS 那个，就是美背喷雾，是。那个的话可能会稍微SANA 不好意思，不过那个可能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点。对。但是你用理肤泉那个，就是心痘平衡调理乳一抹，第二天早上起来背后痘痘少一半。下一个瓶。OK 有点晚了。好，来我们下一个代码扣小金管来了。接下来这个我要给你们好好推荐，我从3年前开始用它。有你知道这一支，就这一支我只用210号是最适合于亚洲女生的颜色，这一个有纹身的女生们都可以用它来遮掉，你知道吗？很多明星他们上电视节目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纹身，不行，他们会打码嘛，因为现在电视节目和直播不能露出纹身的，所以怎么办？他们就会用这个挤进去，用刷子一刷，纹身全不见。嗯，然后这个就是我用过的遮瑕膏里面真的算得上遮瑕效果非常非常赞的一款产品，那是真的赞，它是真的遮得好，就是干干净净，但是它会有些许的厚重，但是我这个厚重我就没有关系，因为遮瑕
就是稍微厚一点的底妆比瑕疵在那里很明显会更好一点点。那这款产品我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晚上我们是一个组合装，这是一个隐形毛孔的产品，因为有瑕疵的女生一般比较多的是油性肌肤，容易有痘痘肌的肌肤，所以毛孔会比较粗大。那有另外的有瑕疵的肌肤是斑点的肌肤，所以是干皮。这款产品就是你是它的一个妆前乳，怎么用呢？很简单，那我们今天用在 CC 脸上，因为我们那个晴晴今天晚上有一点点小事情就没有赶过来啊，就这个很简单，那你直接卸吧。嗯，好，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我们都是我他我 CC 还有晴晴都是就是特别爱夸迪，因为我们三个都是油痘肌，我们三个都爱长痘痘，而且泛红很严重啊。他们说这是遮瑕王啊，这遮瑕真的很亮，而且你知道吗，用一年哦，用一年他都用不了多少量。好，给他们看一下，就是 CC 脸上的瑕疵啊，我等下也可以卸我的妆给你们看，近一点点可以看到没有，看到对的，就是而且你知道 CC 以前痘痘也是那种脓包痘，跟我以前一样的，我们现在都是用了夸迪之后整个皮肤的脓包痘没有，只有痘印，好不好。然后呢这个怎么用呢，很简单，你可以在上妆之前先把，因为 CC 的皮肤毛孔很小，它没有什么毛孔，我是毛孔很多的，就是你可以先用这个去提炼你的毛孔和润泽你的肌肤，是它是做一个妆前乳，做个妆前保湿去使用，它非常非常的薄，对后续的，比如说你上遮瑕会更服帖，是的，会更服帖一些。然后所有女生，我们可以怎么样用？其实我跟你说，可以不用直接上这个遮瑕，我们把那个102号色的欧莱雅粉底也给我，好不好？好。下面一个就是欧莱雅粉底，我跟你说这两个叠加用，我跟你说超厉害，底妆爆炸的那种感觉，非常好用，是不是？这个巨好用，这是我用的，我会用的一个平价的粉底液，就是夏天我会用的平价粉底液，就是它，巨好用。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个。来看一下哦。其实这个就可以帮助他把他的痘印遮得七七八八，但是不会遮得百分之百，所以我们会拿三位数的化妆蛋直接轻轻的做点盘。就这个粉底液我套了一个产品啊，那这个粉底液做到就是什么，轻薄持妆，而且就是皮肤很细腻，对，最重要的是一抹上去柔焦哑光就来了。你知道我觉得它有点像什么吗，像很久粉底液，就是 YSL 的很久粉底液、哦、对对对，就是如果你可能经济条件，你们说我不是有钱的女生，我买不起 YSL 的很久粉底液，那你可以用这个欧莱雅的这款粉底液做的绝了，就像粘在你的皮肤，粘在你的皮肤上不会掉，而且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你没有及时推开它就已经粘住了，你再推开它就很难推开，所以我建议大家用这个粉底液的时候，就是美们用一点点粘一点点，这样局部去做遮瑕。好，我帮它先上薄薄的一层粉底液，你们看一下这个粉底液的遮瑕效果，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来遮痘印，来给他们再近距离一下，这个遮瑕效果其实是七七八八，就是很多女生就说我就这样出门的，佳琪基本上我这样做我看不见了，但是其实很多人看靠近你看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痘印的，就是不精致的一种方法。那美们，这一支遮瑕膏你就直接挤多少，挤一丝，哎，就这么一丝就够了，就一就是啊一颗眼屎大小差不多的量，就是没有了，眼屎真的很大，眼屎很大，你眼屎应该十天没有洗脸，然后再用它去做什么局部遮瑕，用这个遮就遮得超干净，对，就是在你就一点点明显的地方，去做二次遮瑕，是的，一点点，你用化妆蛋去遮，然后包括你用那种就是晕染刷，就是这种小小的晕染刷去遮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用这个吧，我用遮瑕刷去遮，这个是我和西西真的都会，我们俩住在一起啊，对，然后呢我们大概就是洗手台上一支，然后化妆盒里一支，对，我跟你们说用遮瑕刷去遮最好遮的，因为就是局部遮它一点点也把痘痘遮掉，是的，你知道其实男明星女明星他们俩都会有多多少少的瑕疵，但是为什么你看不出来，就他的化妆师会帮他一点点把他的痘痘遮得很干净，然后边缘一晕开你就完全看不出他的瑕疵了，然后再上一点点定妆，是马上会给大家上链接，大家稍等一下。哦，一丝丝，你相信我，跟你们说，你一定不要挤那种粉底液以前的感觉那种量啊，或者挤别那种精华的量，它就是一丝就可以遮很多很多的东西。你涂了真的能涂全脸，是吧？我你知道我以前有痘痘的时候，我和痘痘很严重的时候，我把它全脸涂，就当做粉底液用。但是我跟你们说会有点厚，所以我还建议大家就局部一点点一点点挤，因为这是旅馆，它只出不进的，就是你只要每次少一点点的量就好了，它可以用好多好多，遮得很干净。是。就是会有打出那种无瑕肌肤的感觉，而且210号色我建议所有的亚洲女生用，别的颜色有点灰白和粉白，对，会有点假，210号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好，然后遮好了之后，我会用化妆蛋稍微轻轻的再把它压实一点点，这样子会不那么容易掉，然后呢我们可以遮完了之后再用什么，再用散粉去帮它定一个妆，定完妆了之后，如果你发现哎还有一点点颜色，你可以再上一遍遮瑕，再定一遍妆，那你一整天的底妆基本上不会脱落。来看大家看一下，
美们，这叫做无瑕了，这叫做就是你脸上已经不见了痘印、嗯、所以美们，就这种效果的底妆才是高级的底妆跟漂亮的底妆，因为佳琪良也有瑕疵，所以我也会去用这个去遮瑕，是的，好不好？我们就是为什么你们会觉得说哇，李佳琪你皮肤好好哦，然后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人就现场看我的皮肤都会说哇，你的皮肤好好，我会说没有很好，我是化妆化的比较好一点点，就化妆的小技巧其实是需要大家去掌握到的，好不好？是的。买什么颜色？我真的跟你们说句心里话，210，因为210是自然偏白，遮瑕不用买太白的颜色，因为210号色是一个遮瑕疵，如果你用太白，它会有白的偏什么偏灰，就是它里面是深色，外面是白色，它会偏灰色，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假白，嗯、我们要做210号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除非你是白雪公主，那你用207，好不好？你不是白雪公主，你都给我买210，天猫店铺价这一套238，佳琪直播间到手108，领取130元的优惠券，321。代码扣小金管来喽！是的，因为我们今天本来想在大家就是帮大家就是纹就是遮纹身的那个效果超棒，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我们现在直播的时候不能展示纹身这个东西，所以我没有办法帮大家在身上去遮那种纹身的一个效果。嗯，推荐大家是买210号色。对的，建议大家买210号色哦，因为210号色是颜色更好看一点点。是，嗯，斑点遮得住吗？没有问题，你只要慢慢的局部去遮斑点，没有任何问题的。好不好？遮疤痕呢、啊？疤痕是凸起，不能遮疤痕，我们只能遮平的东西。嗯，好不好？上疤痕的颜色我可以帮你遮掉，但是疤痕的凸起是不能帮你遮掉的，因为疤痕是有凸起的啊。欧莱雅的吸油棒哦，油皮肌肤你不要走开，欧莱雅吸油棒你爱死。来，所有女生，代码扣小金管遮瑕加好喽，210号色赶紧抢啊！在我们的15号宝贝链接，我的脸上给你们卸下妆，我的脸上的瑕疵，因为我最近也是有痘印。我今天最近脸上痘印也是很多，他们说好想买海马体啊。啊，是吗？我最近搞了一个古装。嗯、你是有点吓人。男子女人话，就是他弹琵琶那种，那个假发头套就感觉比自己脸还大、那个哦。不行。不行吗？我觉得，看价格吧，我觉得。我看一下聚焦，那这个就是我在去贵州的时候长了一个大脓包痘痘，你们看到的对不对？我那件西装给你们看，就巨大一颗，然后里面就感觉肿起来了。你看这颗就是我用夸迪用了两三天消下去，嗯，看现在的痘印，粉色的。一般那么大的脓包痘都是黑色痘印，我只有粉色痘印，然后我痘印会慢慢的淡掉。然后这个下面我又长了一颗，我回来，我从贵州回来的时候我又长了一颗，但是就是两天立马淡下去，不会凸起来。不会是有那种凸起来凹凸的痘痘，所以我们来看它怎么遮，好不好？这个粉底液跟这个遮瑕膏真是绝配，超好用，我很喜欢，我很喜欢。Tom Ford 马上来哦，大家不要着急啊。对，就这个是207号色，不好意思，我要210号色。207你都不行吗？207可以，但是我喜欢210，因为我遮斑点，遮210遮的比较就干净一点点。好，我给你们先看这个粉底液。这粉底液是真的很好用，这是我推荐我们公司所有油皮女生买用的，就是他们有的人被我送，有的人买，真的平价又好用，超级超级的便宜。看一下我们的粉底液，直接就是这里哦。对，就是你要轻轻的点拍，慢慢的去压你的粉。如果你是干性肤质的话，就要做好妆前保湿。是的，这个粉底液我等下为大家好好说的，就是一个搭配你任何粉底，让你粉底液变成夏天哦巨持妆粉底液，而且是就是扒在脸上不得动的一个粉底液。你看我用欧莱雅这个吸油棒的粉底液，我拍上去我的皮肤基本上80%-90%遮好了，可以看到吗？嗯，喏、no?。这就是你们女生一般会上出门的一个底妆，这就是80%-90%的遮瑕效果。对，但是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不够的，而且我在这种高清镜头上面会有瑕疵，所以我会再准备一个笔，然后再沾取就遮瑕膏或者是那种黑非常非常好延展性那种遮瑕液，是去什么去做点涂，就是再在上面盖一层。痣也是可以遮住的，纹身可以遮，痘印可以遮，但是痣的凸起遮不了。哎。痣如果你长毛那个也遮不住的，对的，嗯，拔掉，就是慢慢的局部去遮它。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我这个粉底液是不用干嘛，不用涂那个散粉的，超级超级低哑光，是黑眼圈也是可以遮住的，嗯，轻哑光的非常非常棒。然后包括我还带了一下我的就是嘴巴下面，就鼻翼下方脱皮的容易脱皮的位置，就然后再把它旁边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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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基本上这个痘痘你看不到了。
对吧？基本上这个痘痘你就看不到了。对。然后我再做定妆，我还没有做定妆，我再做定妆就行了。所以这就是我要教大家的一个，让你的底妆更加的精致。然后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别人的底妆不会掉，为什么你的底妆会掉？那就让我们好好的去，就是学一下该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底妆更持久，好吗？清楚了没有？嗯，记得我们化妆的手法一定要薄薄的，不要太过于厚了啊。就是少量多次去上底妆，好不好？谢谢大家，来，所有女生带码扣遮瑕膏。还有最后的168个210号色，还有最后的400个，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送的虽然是10毫升的妆前乳，但是它原价30毫升要买258。是的，然后这个一套是238，加一直播到手价一套108，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很高性价比。好了，话不多说，下一个欧莱雅吸油棒来咯。它真的来了，你们现在家里用的什么粉底液？来，请把你用的粉底液刷在我们的屏幕上，好不好？你们在家里面现在用的是什么粉底液上妆的？请刷在皮肤上。嗯，你们用的什么粉底液啊？大家可以就是互相的讨论一下，你们用的什么粉底液？粉底液颜怎么选？我一定要告诉大家的，我会告诉大家，花西子蜜粉没有 ，Double Well， 对，红地球，MAC， 哇，好多人是 DW 哦，哇，好多 DW。DW 还是很有名的，真的。迪奥，哇，你用迪奥，你用迪奥持妆吗？还是用迪奥什么奶瓶？欧莱雅、美宝莲、雅诗兰黛 W， 哇，雅诗兰黛 W 还是真的非常厉害。La Prairie 的粉霜超好用，我妈妈爱到死掉。我妈妈把我那瓶 La Prairie， 她很会选粉底液。嗯，我说她不说，儿子啊，给我一瓶粉底液吧。我说你去那个仓库里面拿嘛，随便选一瓶你自己喜欢的。然后。他就真的就拿了一瓶 La Prairie 最贵的那瓶粉底液回去，然后用完了之后说，应该拍立陶，阿姨应该拍立陶了很久，就是、应该就一直拍照片，就贵然后拿下来。对，我跟你说，然后他就说，他说佳琪再拿一瓶给我，我说妈，这个品牌我没有合作过，这个品牌他没有送过我东西，我自费买的，我自己去那个商场去买。是，他一看说，哇，这么贵，我说你知道你自己很会选东西哦。好，真的啊，好多人我都看到说，这大家都在用什么雅诗兰黛 W 粉底液，为什么呢？因为 W 粉底液确实是一个。在夏天里面做到持妆效果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粉底液。是的。那其实很多女生其实会说，我一瓶粉底液可以走天下，我一瓶粉底液可以从春夏秋冬一直用，其实不行的。像佳琪也是一样，我跟你们说，我有一瓶粉底液是一直用，但是我那瓶粉底液会叠加很多的东西一起用。什么意思？我最喜欢的一瓶粉底液，就是我会觉得它的肤感打出来最棒的一瓶粉底液是什么？就是娇兰金钻，就这一个。我不是打广告，我也没有收娇兰的钱。这一瓶是我真的用了这么多粉底液里面，我自己本人很喜欢。我喜欢它的点不是因为它是有多么多么多遮瑕，是也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多么的润，也不是因为它没有多么多么的什么什么，就是不氧化。它就给我的一个心理的感觉就是什么，就是它会让我的皮肤打出来是有质感。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皮肤为什么就是化妆的老师跟你化妆的皮肤的感觉不一样，就是因为质感不一样。首先手法可以让你的底妆质感不一样，第二个粉底液本身打出来的妆效会让人的质感不一样。我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韩国粉底液很喜欢 bling bling 的水光，就是那种叭叭叭那种水光剂，然后那种皮肤发光那种。那日本女生她喜欢妆容很薄，她看不出来粉底液的一个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那种粉质。嗯。然后欧美的人他们的底妆就是想要什么，就高遮瑕，就是我希望可以刷墙，然后不得掉，然后就是一刷上去整个皮肤就是一层新的皮肤。是。然后中国女生喜欢就是我的底妆要怎么样？要白。对，中国女生是底妆一定要白，然后要不厚重，要不闷痘痘。所以你知道这一瓶粉底液给我的一个感觉是，它就是做到了什么？做到了第一个光泽感很好，是，因为它是一个里面有珍珠云母提加的一个粉底液，然后它的一个就底妆的持妆时效效果也很好，而且它的遮瑕效果也不错，就是一瓶我觉得挺刚刚好的粉底液。好啦，但这一瓶在夏天的时候，在我皮肤很不稳定的时候，我跟你说不行，我还是要叠加别的东西使用，你知道吗？这个加上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这个加上这个，哇，超厉害！然后这个加上你们家任何一瓶养肤型粉底液都很厉害，因为我用它加过沁水粉底液，我用它加过精纯粉底液，我用它加过很多保湿的，比如说就是 Armani 的那个粉底液，就是那种滴管粉底液我也加过，还有 MAC 的那个小奶瓶我也加过，就是流动性比较强，然后滋润型的粉底液。我用它加完了之后，我跟你们说，粉底液叠加起来，哇，效果超棒。因为这一支我觉得它有点像，不是一个个体，它像一个搭配，它像一个 CP， 它可以跟任何一瓶比较养肤或者比较润的粉底液做一个搭配，来综合一下你润的粉底液夏天不能用的美们就是弊端。所以这一款产品它叫做吸油棒粉底液，我觉得它不如说得上是一款百搭 CP 粉底液，就是让你的皮肤第一个防水防油，它的成膜性是快到跟
我很喜欢的 YSL 的恒久粉底液一样，就是你就是把就是你们回去试一试，我告诉你怎么试，好不好？你拿你们家的粉底液跟这个粉底液，你试试看，就这样哦，挤出来，对不 对, 对？我们的习惯是挤出来，然后把它这样揉一揉，揉一揉一揉，然后叭叭叭叭叭叭上脸，对吧？嗯、你等个十五秒。你等个十五秒，你再用化妆蛋去移动它，移动不了。你发现巴巴巴就硬上去了，感觉是是是就硬到你的皮肤上，就巴巴巴三重硬到你的皮肤上，它移动不了。真的，别的粉底液都是你放上面皮肤上面十几秒，你拍拍拍拍它可以晕开。对。那这款粉底是你拍上去三秒钟，就三下，然后十五秒钟给它，你要赶紧晕开它，你要赶紧把它推开，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留下来的一些残余粉底液，你用化妆蛋也移动不了它，因为它真的扒住了。你看。它就真的就是覆盖在你的皮肤上，就是有会有一个界限，就是刚刚那第一下晕染的界限。所以这个粉底液我是真心的推荐给大家，是一个真的防水防汗持妆效果一级的，而且又遮瑕的粉底液，持妆效果真的一级而且很遮瑕的粉底液。所以这个产品我可以搭配你们推荐给你们用到什么，用到所有的一些保湿粉底液里面一起去使用，好不好？好，来美们，这个我也觉得是我在就是现在疫情情况大家每天还是要记得戴口罩的时候对去用一用，因为它的口罩们磨蹭感是会减少很多的。所以天猫店铺价150一支，欧莱雅稀有棒佳琪直播间领30元优惠券，120一支买就送黑精华 7.5 毫升肌底精华液，还在送大家小金管防晒霜 7.5 毫升，再送大家102号色稀有棒一支和两支，好不好？迷你的5毫升稀有棒，所以大家可以去抢 1.2 号色，皮肤很白买101号色，皮肤自然偏白买102号色，皮肤黑买103号色。我建议大家所有女生只要你的皮肤不是黑皮肤请买 1.2 号色，所有女生都可以用的颜色。是的。3,2,1 上链接，欧莱雅稀有棒来咯。已经上架了16号宝贝链接，大家领取30元的优惠券。是的，大家一定要记得领取30元的优惠券哦。干皮能用吗？可以，只要你做好。它的妆感确实是比一般粉底的妆感要稍微重一点点，但是它不会厚重，只要你是薄薄的上去就行了啊。是。因为粉底液每个人使用下来的感觉不一样的。白皮用101号色，自然偏白买102号色，103号色不是很推荐大家。来，帮他刷一下色啊！好，什么时候卸妆水？一会儿会有主本的卸妆油。是，来，加所有女生102加好喽，102号色加好了，102号色加好了。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 好，来看一下101号色，然后102号色会不会干显皱纹？不会，就是你只要做好妆前保湿就不会干哦。是，然后103号色。我们下一个是 Tom Ford 的口红，对的，嗯，我们下一个是限量版，是的，闷动。看第一个颜色101，中间颜色是102，第三个颜色是103号色。我建议大家买102号色，因为102号色我喜欢，嗯，我喜欢102号色啊，买中间这个颜色，是的，这个颜色绝大多数女生可以用，嗯，刚刚 Nail 走过去是了，对对，是吧？好像是小猪，小猪猪走过去了，刚刚是。嗯，可以搭配其他粉底，单独可以用吗？当然可以用，单独用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觉得是叠加任何粉底液都可以的。是的，所以你可以把它买回去做一个百搭粉底液，好吗？102号色加好了，欧莱雅稀有棒102号色加好喽！谢谢你们的支持哦，喜欢李佳琦请多多关注佳琦直播间啊，多多关注佳琦直播间，记得直接领30元优惠券，记得直接拍下。不用要备注，不用备注，不用备注，不用备注就会送啊，不需要备注就可以送。是我们下滑到详情页去领一张30元的优惠券。是的，下滑详情页面记得领取30元的优惠券，谢谢大家。好了，我们下面一个限量版 Tom Ford 黑金管，三个颜色，四个颜色，四颜色，试色来喽。好的，嗯，好，所有女生上链接 Tom Ford 细黑管。美们柔断唇膏来咯，要备注，对 Tom Ford 你买的话一定要备注。好，等一下我们还会有到的是 Tom Ford 以及雪花秀，雪花秀润燥精华，太便宜了，还有传希露美白面膜一定要抢，竹本卸妆油、竹宝绒香薰香氛沐浴露以及奥尔滨健康水乳套装也是要买的。今天晚上两个大牌护肤一定要买，因为太便宜了。是的，好啦，所有女生限量版包装 Tom Ford 来咯，小金条来了，我真的是小金条，我的天哪，就是 Tom Ford 做限量包装真的很会做，就是他们家的限量金管，好不好？限量金管
好，来，所有女生，我第一个推荐的颜色，我们来看看，嗯，十五号色，橘红色，偏橘调的一支红，然后还有这几颜色也很好看，我给大家来刷下色啊，先刷下颜色，大家稍等一下，一会儿给大家上嘴试色，嗯，是的。在我们的十七号宝贝链接，嗯，然后我们今天买的话，一定要下单，一定要备注李佳琦，没错，备注李佳琦，你要，哎，你要跟客服说一声，不好意思，我忘记备注了，你帮我备注一下。是的，不然没有备注的话呢，你就没有这个赠品。来看一下，就是这三支颜色，我会推荐给大家，很漂亮啊。我们先来看我最推荐的一十五号色，来喽，十五号色，金光闪闪，对。因为 Tom Ford 限量版就是一定要试试看，因为就是你可以去买它。为什么？因为 Tom Ford 限量版还是蛮少的货，它在中国的话不会进出那种大量的货进来。是，在我们的十七号宝贝链接，然后我们下单要备注李佳琦三个字。是的。如果你备注的话呢，会送大家一点五毫升的香水小样一个和一个化妆镜的皮套。就是你们知道吗？其实 Tom Ford 的那种就是口红哦，确实是大家就是。就是公认的，就是上嘴的效果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颜色饱和度很高。是的，就好多女生会觉得说啊，佳琦，我好想用一支 Tom Ford 的口红啊。来，一十五号色看一下，一十五号色奢金限量版。哦，真的上嘴太舒服了。在我们的十七号宝贝链接，有娇兰的金钻粉底液吗？哎，最近可能没有，但是。哦，这当我没说，撤回啊！八月二号会有娇兰的金钻粉底液，对吧？好的，气垫有吗？是 Tom Ford 的气垫吗？没有吧？嗯，花西子的散粉也要过一段时间给大家上。嗯，涂口红人是的，是的，是的。那个今天有，看一下这支颜色特别特别的显肤白，它是一支就是一十五号色是一支橘调的正红色，而这支颜色的话，我跟你们说，就是涂起来的话，你就是显得你的皮肤超级超级的白透，就是因为这种颜色是会让你的肌肤看起来是一种就是精致的和干净的感觉，它的颜色太明亮，嗯，它的明亮感就会让你的皮肤特别特别的显白。是的，你看这支颜色很好看，真的很好看，漂亮吗？是不是很好看？我觉得这支颜色就是所有女生用都会觉得说哇哦。好好看，我好喜欢它嘴巴上的颜色那种感觉，而这种颜色是一个让你的气色跟皮肤肤色会看起来特别特别好的一支，就是让你的皮肤变成冷白皮。它会起皮吗？ Tom Ford 口你不用担心，它是一支丝缎哑光，他们家新的是丝缎哑光，是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一款啊，帮我们加一下15号色。好，我全程来咯，大家拍下一定要备注李佳琦，因为我们会送大家一个时装的美门卡包镜。对，这个你可以当做直接当做卡包用，因为这是 Tom Ford， Tom Ford 卡包很贵的哦。对的，一个金色和一个银色随机发，然后这是镜子给大家，是，然后还会送大家一个小香水，小香水一点五毫升的小香水，十五号色加好喽。大家数量填一，嗯，下单备注李佳琦三个字，我们会送额外的赠品给大家。如果忘记的备注的话，一定要联系客服备注一下。对，会显得牙很白。嗯，你们看这支颜色真的显好白，就是好法式。就是好复古的一支红色，这是全唇，是太有魅力了，对不对？这支全唇会让你显得太有魅力了，就像走在就是香榭丽大街的一个就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而且是精致的一支一个法国女人的感觉，很漂亮。这支太好看了，每天从头到脚出门打扮的女生请买它，好不好？每天从头到脚出门会打扮的女生请买它，还有两千支哦。因为这个是限量版的奢金系列的一个细金管的缎雾缎口红，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抢它的一个限量的一个货。因为这支的话就只要450一支啊，450一支给大家。好，所有女生15号色试完了，我们接下来开始试。来，我觉得还是要帮大家试一下31号色给大家。31号色，30号色我可能不太推荐，因为它太紫了，我会推荐31号色。30号色我比较推荐大家冬天的时候买啊。好，今天吃的已经上过链接了，嗯，在我们的1号、2号链接到9号链接都是我们今天的食品链接，大家也可以点进去，哎，没错，看看能不能捡到漏。我要跟大家说一下那个牛肉，哎，刚刚7号宝贝的牛肉大家可以买来尝试一下，特别烧饭，对，它叫烧饭。来下一个31号色，在这里，
这支就是想要温柔到爆炸的女生买它。今天会有那个竹本的卸妆油，还会有到的是祖马龙的沐浴露，还有到的是阿尔滨的水乳套装。等下买雪花秀，因为雪花秀真的超划算。对，下一个就是雪花秀了。Yeah. 就是送的比买的多，那个真的太划算了。这一支，这支31号色。嗯。在我们的17号宝贝链接，大家可以点开链接看一下。就是这支颜色会有一点点的时尚感，就是它非常非常高级的感觉，是一支养玉色，就是芋头的颜色。这支颜色我会比较推荐给白皮肤用，因为这个的话有点太过于紫，嗯，所以我会推荐大家买这一支31号色，它会比较的适合于就现在很 fashion 的女生，就是那种喜欢偏紫调的女生，就是养玉色，就芋头色，嗯，那种芋头的颜色，这支颜色会比较的推荐给大家白皮用，黄皮不要买啊，是，因为这支颜色白皮会很复古，就是你知道会有女生会穿那种就复古的那种衬衫，嗯，然后穿那种包裙或者穿那种皮裙，是，然后穿那种很漂亮的那种小皮鞋，然后这种背那种就是腋下包那种女生会有很适合这支口红，因为这支口红的话跟别的口红完全不一样，三十一号色超级超级不一样，它就是裸紫。对的，裸紫调的一支颜色，就是很多品牌方都没有出过这种颜色，就是一个很日常但是会有小心思的复古感在里面。我可以帮大家全程一下，这个不是豆沙，这是裸紫调啊，是那种芋头的颜色。是31号色建议白皮女生买，嗯，黄皮女生就不太建议大家用这个。好看，对，因为黄皮女生会显灰，这支颜色全程涂也会非常非常的就是高级啊，会很高级很高级的一支颜色，嗯，好不好？对的，15号色会比较的日常，这支颜色会比较挑人，就31号色这支颜色会比较的挑人一点点，就是白皮女生去买买它就好了，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来，我们下面一个颜色16号色，所有人都可以用的颜色来了。但是16号色是经典版，对的，嗯，16号色没有限量版的包装，是。看一下下面一支享誉全球的16号色。我们推荐大家买15号色、31号色和16号色。Yeah. 31号色下架了，还可以加。帮我们再加一点31号色吧。好，今天下单一定要备注李佳琦3个字哦。是的，一定要记得备注哦，一定要记得备注哦。因为赠品是额外给大家争取到的。好了，我们下一个16号色给你们看一下，美们，如果你没有 Tom Ford 16号色，你一定要买一支他们家断光的16号色，巨好看，就是柔雾缎面的。16号色来了，16号色是我们的正常包装，这支颜色全球都卖的超好。对，对 ，Tom Ford 是不捡钱的，但是备注李佳琦3个字，我们会额外送大家1.5毫升的小香水一个和一个化妆镜，皮套加化妆镜。单，哎，把这个化妆镜抽出来，然后你就装你的信用卡。嗯，这个在那个他们官网好像都要卖400-500块钱，我记得。我们现在试的是16号色，在17号宝贝链接，我们下面还会有到的是雪花秀的精华露，还会有到传明酸的美白面膜，大家可以囤货，还有竹本卸妆油、祖马龙沐浴露。我给你们看，这支颜色真的好好看，谁涂谁都好看。就这支颜色就是一支很温柔的、很时尚的、很活力的、有点番茄红的。那是有点什么，有点西瓜色的一支颜色，就是16号色就超美。16号色谁涂谁好看，就是真的火遍全球的一支颜色。16号色我也推荐给大家，好吗？显白但是不挑皮，黄皮白皮都可以用。我们全程一下16号色。好，16号色下架了，马上给大家加货。嗯，我们推荐大家买15号色，然后白皮的话你可以买31号色，黄皮不太建议大家买。然后黄皮女生买16号色，是，嗯，就这支。如果黄皮你也可以买15号色和16号色都可以的。是的，这一支黄皮可以买15号、16号色，好好看。16号色会比较的偏什么，偏橘调一点点，它会是那种有点番茄色的那种感觉啊。15号色好，还有哪支有颜色？24号色有颜色，我们来看一下24号色。好，最后推荐一支24，好看，棕调，今年超流行棕色调的颜色。24号色的这个模特涂的嘴有点迷惑，因为 Tom Ford 的试色图有点迷。嗯， Tom Ford 他们每个口红的试色图都很迷。我们给大家上嘴试一下，完全看不出来。
搞感觉不会有人买啊，这个颜色。那这个颜色涂出来很好看，来看一下，二十四号色我涂给大家看一下啊。好，也是新色新上的。最后一支了，大家可以赶快看，然后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雪花秀了。是在我们的热门宝贝雪花秀，大家可以点开链接，你先看一下，送七七两排赠品，一会儿会分别跟大家说的。这支颜色是最近很复古的棕调。嗯，这个。很高级的一只棕色，两只，好看啊，嗯，很大牌，嗯，我应该不行，就是 special， 就这几颜色很洋气，嗯嗯嗯，这只颜色我跟你们说，你可能接受不了，这几颜色是就是很喜欢穿黑色衣服的女生，然后穿那种时装的女生们会很爱的一支颜色，就是一支棕调二十四号色，这支是一支棕调的，就是有一点点摩卡，然后奶茶，然后或者咖啡的颜色。这支颜色是一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显气质，然后你化欧美妆喜欢穿黑色衣服的女生可以买它，嗯，但是黄皮女生不要买它，对对对，好不好？这支颜色就是很高级的，嗯，黄皮女生涂完之后就是很黄。就非常非常黄，在一起了，对的，就这件颜色黄皮我不建议买，但是白皮化欧美妆女生或者你化大浓妆女生你买它没任何问题的啊，好不好？谢谢大家，喜欢佳琪请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所以我还推荐大家买15号16号以及31号色，好吗？白皮女生可以尝试买买看24号色，对的，如果你是那种就是化欧美妆的女生，刚刚试的是24号色啊，这种 fashion girl 时尚 girl 你可以买啊，是的，好的，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口红试完了。好，佳琪是 Tom Ford 七店可以加 ，Tom Ford 七店暂时没有活动。哎，我们谈到活动再告诉大家啊。这个奢金限量版，啊、很漂亮，奢金限量版。嗯、好，我涂个润唇膏。对，再跟大家说一下，一定要下单，一定要备注李佳琪三个字，我们会额外送大家 1.5 毫升的小香水和一个皮套化妆镜给大家。我们下面就是雪花秀了。嗯、哦，接下来这个来了，疯了。接下来这个，我跟你们说，好好跟你们说了，太值得买了。今天晚上，这只我又醒了，咱们说这只我又醒了，分享了直播间，谢谢大家。好了，接下来这一个产品，一万个女生可以买到它。这一只我觉得今天晚上买真的好划算。是。我好像618都没有这么大的活动吧？有吗？差不多好像，但是没有这么多的。是。对。来第五代润燥精华，等我啊，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喝口水。在人是怎么地？来，美们，雪花秀第五代润燥精华来喽！是这一款，他们家是1997年是开始做首款打底精华的一个品牌。它是已经升级了第五代，它是从3000多种植物选出来了百合、莲花、玉竹、地黄，然后芍药等五大珍稀天然成分，把它浸泡在蜂蜜当中，历经了18个小时的炮制跟淬炼，让原料的一个成分得到了最大化的一个保留，让我们的那个炮制出来的一个雪花秀的专研成分叫做那叫做滋盈凝萃复合物，它是提升基底的弹力以及修复力以及活力以及滋养度还有透亮度的，所以这一瓶产品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基底精华去用，是，而且这个基底精华它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肤达到什么，达到肌肤底子的一个维稳，让你的皮肤是有到滋养我们肌肤的一个基因活性因子的，它可以有到3912种的植物跟什么跟那个成分一起融合了之后，让你的皮肤有很好的一个稳定性，而且它是一个内激活外强韧，而且它是有一个新的包装，所以你会发现说，诶，这瓶精华为什么变了样子，因为它最新的包装了，一瓶帮你打造肌肤的透亮，肌肤的弹润，肌肤可以提升你的六大维度，而且你知道吗，马上有一个品牌它会用芍药开始做这种成分、就是一个超级一线品牌，
日本的，他会用芍药跟一些就比如说百合那些成分去做他们就是新系列的一个精华里面和面霜里面的一些成分，最主要的成分昂贵，卖的非常非常贵。那这一瓶是精华液，我们怎么用？很简单，洗完脸了之后，第一步去使用它的打底精华。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精华的颜色，是这一种酱黄色的颜色。然后你闻它的味道，都是一股非常非常高级的。不是那种很难闻的中草药味，它是一股很高级的很清爽的一些草药味，然后你轻轻抹开立马化水，你们可以看到没有，吸收不是它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胶水的感觉，一抹吸收超快，所以这一瓶洗完脸直接用，用完了之后再去用你们家的美白精华抗老精华，你后续产品的吸收效果会更加更加的好的，你看没有了一点点油光就不见了，你们再看一遍，来美美再看一遍，我们挤两，我挤了两泵涂这个手，其实两泵可以涂整张脸，然后轻轻抹开，立马从就是水那个乳状化成水状，然后轻轻拍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每门五秒钟，它的精华就不见了，吸收了，看到了没有，精华就吸收了，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泛光的感觉了，所以这一瓶精底精华液是真的可以让你瞬间的体验感，让你会觉得他说送就吸到你的皮肤里面去，就是一个吸收效果真的棒棒的精华液，这个有点贵，但是真的效果非常的好，是，但是你买到了什么，买到了一瓶让你肌肤六大维度都可以提升的基底精华液，直接是可以帮助你的后续产品的吸收效果，让你皮肤真的喝到水吃到营养的效果要更加的好，天猫店铺价这一瓶820块钱，佳琦直播间买一瓶送同款美们15毫升基底精华液，15毫升基底精华液，这两瓶中瓶，30毫升，好，买60毫升送买90毫升送30毫升，送了1/3，对不对？我再送，看清楚，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六瓶、七瓶、八瓶、九瓶，出话了吗？10瓶，马上就出发了。美们，10瓶8毫升的同款精华液，80毫升加30毫升，110毫升，什么意思？买90毫升送110毫升同款润燥精华液，再送2瓶30毫升的美们同款系列的水，再送2瓶30毫升同款系列的乳给你们，水、乳、精华全部帮大家配好了，你准备好了没有？比5折更划算，相当于今天晚上是4折的活动力度，虽然没有减钱，但是我们这个活动力度真的很划算，请记得付定金100元就好了啊，是付定金100元，然后付尾款的时候直接付720块，所有女生比618活动力度还要大，就是相当于99大促的活动力度了，3、2、1上链接来咯，水花秀润燥精华宝贝链接，1号宝贝最热宝贝，赶紧预定哦！大家今天先付100元的定金。是的，维稳肌肤，增强肌肤弹润，以及等六大维度的基底精华液，相当于你90毫升、110毫升、200毫升精华。对，200毫升精华你只花了832，相当于200毫升精华除以30毫升等于可以多少瓶精华液？黏腻吗？不黏腻，很好吸收。200毫升除以30。六瓶，相当于你买到，你用六瓶，相当于你820块钱买到了6.6瓶美，就是基底精华，是的，相当于一瓶基底精华120块钱，真的，今天这个120块钱买到润燥精华也太便宜了。今天这个优惠力度真的是要比双十一的，就是比去年双十一要大、嗯。他们今年的优惠力度真的是比去年双十一的活动力度都要大，好吗？真的超划算，相信佳琪哦，雪花秀的润燥精华。这么多代了，第五代了，一直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瓶基底精华液，在我们的热门宝贝链接，是的，在最热门宝贝链接哦，一号宝贝还有700瓶，直接付定金哦，所有女生一定要记得付定金，直接付定金，是，大家真的快点买，特别好用，感觉好划算，超划算。下面一个就是我们的主本了啊，是的，喜欢李佳琦请多多，下面一个就是传希诺美白精美白面膜，哦，接下来这个美白面膜你们也可以试试看，美白面膜也非常厉害。谢谢大家，真的好便宜，我的天呐，太划算了，我好想买，我觉得你们可以跟你的闺蜜一起拼单拼起来。雪花秀今天买90毫升送110毫升同款，对的，而且我们给大家来保证我们的赠品的效期也是1/3以上的效期，是的，就是偏新鲜的一个日期给大家啊，
绝对放心，我们不卖那种什么，就快过期的产品。对，因为我们这个是直接帮大家做到了什么？做到了买一个送同款的东西，就相当于做到了四点几折的活动。虽然不能减钱，但是没办法，妹妹，因为这是天猫旗舰店，我们是不减钱的一个产品，因为这是一线品牌啊，可以拼，好不好？对啊，大家可以拼单，大家可以跟你的闺蜜一起去拍，都可以，或者给妈妈分享一下你的精华液，都可以啊，让妈妈一起变漂亮。一人掏400块钱，对啊，一人掏400块钱真的很划算。好了，我们再加货给你们，谢谢大家的支持哦。雪花秀润燥精华，我们马上再加货来喽！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加入直播间。下面一个10000个女士买的美白面膜，加好了，雪花秀加好喽！在我们的热门宝贝链接，大家先付100元的定金。雪花秀加好了，大家先付100元的定金。好，接下来传希诺。美白面膜组合，竹北卸妆油、祖马龙香氛沐浴露以及奥尔滨美白健康水乳套装。美白健康水乳套装今天晚上的价格也比618的活动力度更划算。下面一个传希诺、啊、这个我要给你敷，是美人们，这个面膜请买它，相信佳琪传明酸研原研厂产研发的一个传明酸的美白面膜，传希诺这个品牌在日本，我跟你们说，真的算得上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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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端的一个产品了。你知道这个就真的就是日本就是买美白面膜首选传希诺，因为这款传希诺面膜真的，他们家还包括他们家那个精华液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你知道它是可以我直接说美白的面膜，这个面膜我直播间上次卖过一次，20000盒就瞬间没有了。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用传明酸，再加上 KP 复合物来帮助你大幅度的抑制黑色素的一个形成能力跟黑色素的一个生成能力，让你的皮肤越用越亮白，让你的斑点越用越什么越不明显。这个的话呢是三层的一个面膜布纸的一个结构，它的面膜布纸是有到就通过蓄水跟释放等功能，将我们的美容液导入到你的皮肤里面，一片面膜的传明酸含量等于传希诺美白精华，美们，相当于一瓶精华的含量，所以10分钟这一张面膜就相当于敷了一整瓶美白精华在你的脸上，所以就是在你晒后之后的修复，包括你想要定期做一个美白提亮肤色，一张面膜相当于敷了一整瓶美白精华，好不好？一张传希诺的美白面膜相当于你敷了一整瓶的美白精华在脸上。是，你知道这个面膜有多贵吗？50块钱一张的美白面膜，我们自己都会去买，都会去抢。但这个面膜今天佳琪直播间，听清楚哦，佳琪直播间原价390八片两盒，我们是50块，就是他们自己卖50块钱一片，我们直播间180。到手2盒8片给你们，是的，领210元的优惠券，准备好了没有？3、2、1，传希诺美白面膜，请抢它。对，可以说美白两个字的必须要有美白特证，对的，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专利证书，大家可以看一下，国家药品监督局进口特许化妆品的一个特许证，就是美白的传明，就是传希诺的传明酸面膜的一个美白特许证，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里面的成分都是过了我们国家药监局的，好不好？对的，我们才敢说美白两个字，不然我说到了美白就要扣钱的，是的，是的，清楚了吗？我们是严格按照广告法来给大家来做推荐，我们不会说这东西是没有效果的，好吗？等就是款面膜，谢谢大家，第一三共传明酸来上链接 啊，所有的货。大家数量填一就好了，对不对？数量大家数量填一就好了。对，数量填一领210元优惠券，到手价是180元两盒八片。是的，这是一个比较偏小众的品牌，这也是一个比较偏贵的品牌，不是所有女生都会很熟悉它。但这个是在日本真的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啊。对，第一三共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然后传希诺的传明酸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就是真正用到了好的配方，美白再加密集的集中修复和紧致你肌肤的一款面膜。是的，这个面膜就是你一个星期敷1到2针就行了，不用每天敷，因为这个每天敷不起，我都会觉得有点贵，但这个面膜是效果真心好，好不好？嗯，效果你用了就觉得真心好。8片180，对，他们家自己卖8片390，相当于400块钱八片，50块钱一片。我们直播间是180八片给大家，对，直接领取210元的优惠券，一定要记得领取优惠券哦，领取210元的优惠券，谢谢你们的支持哦。头顶上方红色按钮，请大家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啊，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面膜，谢谢你们，填一就可以了。嗯，面膜一定要记得哦，数量填一就行了。对，好不好？数量填一就行了。这个面膜还有一个特别好，就是
因为你黑，你肯定眼皮也黑，所以它是可以帮你全整个全脸都照顾到，就是你闭着眼睛敷面膜，它那个眼皮会往上去敷到你眼上眼睑的地方，是的，就是来解决你上眼睑这边那些黑色素沉淀。因为为什么很多女生说我化妆我要把这个地方先提亮，因为你这个地方的眼睛的颜色会很什么很深，是，好不好？就包括我用美白精华的时候，我可能都会带一下眼周肌肤，但是不是所有人的眼周肌肤都可以带美白精华，你们可以先少量试一下啊。因为眼周肌肤的皮肤是比较偏敏感的一个肌肤状况，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喜欢佳琪姐姐都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啦，所有女生，下面一个来喽，竹本卸妆油来喽。哎，你还可以移动啊，你再敷一会儿，这个面膜非常非常好的，不要睁开眼睛，在这里敷一会儿，嗯，好吗？谢谢大家，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多多关注，谢谢大家。下面竹本卸妆油来喽。第三代竹本卸妆油第三代来了，你知道吗？这瓶卸妆油一个单品，我们把他们家从一个不是天猫旗舰店开成了天猫旗舰店、嗯、这个品牌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出了三款卸妆油了，它每一次的升级都是让它的产品更加的什么更加的好，从成分上，从它的一个就是乳化剂上，从它的一个肤感上，我跟你们说，我的妈耶，就说句心里话，我的妈耶，好用好用。有多少女生到现在还不用就是卸妆油的吗？你知道我以前是一个不爱用卸妆油的人，因为我是大油皮，我用卸妆油觉得太油了，太麻烦了，还要乳化，还要什么干手干脸，还要怎么怎么样，太麻烦了，真的很麻烦。但是我跟你们说，以前我就是这样子的，我跟你们讲一个我的教训，这个不离手的化妆棉，因为我每天都要干嘛，都要涂护肤品，不，我每天都要化妆，所以我化妆棉永远不会离开我的手，然后每次都会用什么，就是那个就是卸妆水，然后咔咔咔咔咔擦擦擦，然后擦擦擦擦擦。有多少女生就跟佳琪一样，一个晚上卸妆化妆棉用了五六片还是脏的，就化妆棉擦完脸了之后你再擦六片，第七片第八片你的脸还是灰灰的，然后土土的，然后那种就是脏脏的颜色，就感觉卸妆水卸脸太费化妆棉，而且你会擦了七八遍之后你会觉得你的皮肤都擦通了，是你的皮肤还没有卸干净一样的感觉。妹妹你知道吗，我从一个超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糙的肌肤，就是很糙，我的肌肤特别糙，我的肌肤就是你怎么样都不会过敏的那种状态，变成了一个超级敏感皮，就是因为我常年用化妆棉去擦嘴巴，去擦眼睛，去擦脸。然后你知道吗，我现在不用就是卸妆水去卸脸，但是我用卸妆水卸嘴巴、嗯、你知道我每天你们卸一次两次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是每天试口红一卸卸三四遍五六遍七八遍，我每天这样子，你知道我这边的位置的皮肤巨敏感，就是我嘴唇旁边的肌肤，我是化妆品，我跟你们说，我就可以把这边当做个什么，当做个特别爱过敏的女生的脸。嗯，就是我只要碰到一点点刺激性的东西，我这边会开始一圈都是红的，然后我大概要过15分钟，我的红才会退下去。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化妆棉这个东西，虽然是一个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让什么让护肤品使用的时候效果更好和卸妆的时候更好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不能过度依赖，你每天用一张两张没有关系，卸个嘴巴卸个眼睛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你不要频繁去搓揉蹭然后擦你的脸，皮肤都会被自己越擦越薄越擦越敏感。所以我建议大家，我是从真的去年开始我就开始用卸妆油还有卸妆膏各种其他的卸妆类产品来卸脸，我的皮肤越卸越健康，我的皮肤越洗，不能说越洗，就是我的皮肤慢慢的就变得很健康了。是的，你知道吗？卸妆油为什么这么好？因为卸妆油是所有卸妆产品里面，比如说卸妆膏、卸妆水、卸妆油，然后眼唇卸，还有什么卸妆啫喱、卸妆乳，然后还有什么卸妆粉、卸妆胶。各种这种东西有一颗一颗的卸妆胶啊，就是凝胶这种一颗一颗的都有啊，很多的海卸妆粉呢、啊，对，这么多的卸妆单品里面，我跟你们说，卸妆油是卸妆能力最强最强的一个单品。为什么？因为它是满满的油，用油来卸油，就像你用油来什么样洗碗一样的感觉，就是它会把油溶解掉。所以我们的脸上的彩妆都是油脂，那是用油来溶解油脂是最快的。那这一瓶产品竹本他们家主打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会喜欢竹本？他们家主打就是天然来源成分，它以前的天然来源成分是 80% 啊、嗯、我不记得具体的 80%、哦、88% 92%。 这个所有女生第三代的竹本卸妆油天然成分来源由第二代的 93% 变成了现在的 95%， 它更天然更养肤。第二个，它里面为了提升它的一个使用感受，是它的第二代的使用感受已经非常好了。是的，为了提升它的使用感受，它把天然椰油脂
加入到了我们的产品当中，带来更亲肤的一个更薄透的一个 SPA 的一个感觉，就是卸妆的一个感觉。第三个，它的乳化剂升级了。你知道什么叫做乳化剂吗？乳化剂其实做的东西不好的话，它会第一个让肌肤敏感，嗯，第二个乳化剂添加含量一多，它会让肌肤就是有刺激性。他们家乳化剂叫做高能乳化技术，它是用乳化粒子更稳定、更不破乳、更不残油、更远离闷痘痘的一个技术，让它的乳化效果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它是完全不会闷肌肤和损伤肌肤的，而且它是用到的水包油包水的多重乳化微球结构，来让它的一个乳化速度变得非常非常快，就是只要一用一碰到水，它就立马唰溶解了，永远不会就是让你觉得这个卸妆油卸完脸脸上好油很闷闷痘痘，或者是洗不干净脸的感觉，完全没有。而且它的味道都是用精油来调香的。美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第二代我们拿过来的一瓶第二代的主本卸妆油，是这个的乳化剂跟这个的乳化剂完全不一样，这个乳化剂升级的，给你们看一下，这是两瓶水，没有加任何东西，我随便哪一瓶都可以给你们看，认真看它的乳化速度哦，看它散开那个速度，看一泵两泵三泵，看到这个效果已经比很多很多的一线品牌的卸妆油好很多。是的，这个效果是比很多一线品牌的卸妆油好很多了。大家看这个第三代，认真看哦，看它的乳化速度。所有女生，来三二，我这样把这个透明的漏到这边。好，三二一，一泵两泵三泵，对不对？刚刚第一就是第二代的时候，冲下去还会有黄色油看得到，但这个你一下去就像一朵白色的蘑菇云一样散开了，就是一个乳化速度非常快，它只要遇到水它就会自行乳化，你不需要什么说啊。其实但是我一定要保证一点，用的卸妆油的时候干手干脸刚三泵，然后直接去按摩你的肌肤15秒到30秒钟的时间，然后洗面水一洗它就会冲掉了，你不需要再加一点水再去乳化，你可以不用乳化的过程，你可以直用水一冲它就散掉了，好不好？而且让你的皮肤洗得很干净，最重要的是天然来源成分 95%， 这是一瓶非常非常温和的卸妆油。天猫店铺价118一瓶，佳琦直播间到手88一瓶，买还会送大家一个3毫升的体验装。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是美门大分子的纯植物油葡萄籽油、太阳花籽油、复活巴籽油等等等等等等，好吗？来所有女生，三二一，领30元优惠券，主本卸妆油第三代来喽。是的，这个三毫升的体验装就是品牌，就是给大家体验的。是的，如果你体验这个好，你可以正装留下。没错啊，谢谢大家的支持，这个可以先体验，如果觉得好用，就可以把正装留下。如果觉得不好用，跟品牌方申请说我要退货，对，好吗？这是先体验的产品啊，下架了，我们来再加一点货吧。好。我们再加一点货，头顶上方红色按钮多多关注佳琦直播间，买买买买买，谢谢你们对佳琦的支持啊，谢谢大家。在我们的19号宝贝链接，大家领一张30元优惠券到家，是植村秀好用还是这个好用呢？我可以跟你说一句心里话，两个都是我自用的品牌，还有三个，还有 Bobbi Brown， 然后卸妆膏我用了芭蕾兰跟那个倩碧，对的，然后卸妆啫喱就是那种卸妆精，就是不是是卸妆那个就是胶，我用的是 Evalon。那个是胶啊？对啊，它是就是卸妆油，但是它会把放在一个小溶胶里面。哦，就是我们会称为它的卸妆胶。Evalon 你们只知道卸妆膏对不对？对。Evalon 还有一个一颗一颗的卸妆胶凝胶，就是卸妆胶囊。好的。超期待。那个我跟你说，好用到飞起来，但是就是有点贵。你可以送我一颗。你可以送你一颗，可以送你一颗。主本卸妆油加货喽。因为我跟你说，妹妹，如果我跟你说一句话，我说主本卸妆油比植村秀好，那就是跟你说我在拉踩品牌，我在让你为了让你去买它，所以我说卸妆这个比植村秀好，没有，植村秀非常好用，因为植村秀就是做卸妆油很有名、很有名、很有名的品牌。还有一个我喜欢的品牌就是 Bobbi Brown， 这几个品牌的价位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喜欢的植村秀是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我喜欢的是他们家卖980一瓶的琥珀卸妆油。988跟88当然是有差别的，第一个品牌差别，第二个成分差别，三个就是对吧，就他们的一个体系是不一样的，好不好？但是他们两个的使用感受都是我会觉得说很不错，我会推荐给大家。那你有经济条件你可以买980一瓶的琥珀卸妆油，是的。那如果你有一般的经济条件你可以去买 Bobbi Brown 的清透卸妆油，但是如果你经济条件不太好你也可以用它，我用了4瓶这个，
我也不会说是李佳琦，我买得起大牌卸妆油，我就完全不用品牌的评价的，我不会。因为卸妆油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是卸妆，好不好？它里面添加到来源成分，再说它不会让我的皮肤养肤，因为卸妆油就是会让你的皮肤卸妆，这个点达到了好就行了。你不要追求卸妆油会让你的皮肤变得什么哇焕发什么新生什么一夜什么回春，然后什么帮你有什么什么效果，美们，卸妆油就是一个卸妆效果，是的，好不好？优惠券在详情页，大家领一张30元优惠券、哦。所以就是美们，就是你的皮肤，你的皮肤不，就是你买护肤品的经济条件决定你买护肤品的一个品质。就像我们穿一件10000块钱的羽绒服，跟穿一件1000块钱的羽绒服，其实大差不太差。差，就是差毛的一个品质感嘛。但是你也想，1000块钱羽绒服也会让我不冷吗？如果你按保暖度来说是，对啊，按保暖度，因为我们穿羽绒服为什么都是保暖呢、啊？不是、哦，但是按面料度的话，我们肯定是10000块钱肯定比1000块钱的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找的就是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品质感。就是我会觉得说，就是你要找到一个维度去评判你要买什么东西，而不是说啊，佳琦这个比直升秀怎么好？他们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那你不要放在一起评判它。懂了没？产品本身来说绝对是好用的，没有问题的，我都会用的，你们放心啊。李佳琦不会上脸的时候不推荐给你们，同维度的东西去比，是的，同维度的产品去比啊。去详情页领张30元优惠券，是的，价是88元。没错，谢谢大家的支持，喜欢佳琦请多多关注佳琦直播间，你用了4瓶竹本了，谢谢你，谢谢你们。好，来下一个，美们，祖马龙来喽。啊，这个我就给你们就说句心里话，我推荐给的是有钱的人啊，猪猪女孩们你们可以放弃它。为什么？因为我说句心里话，那洗澡的东西50几块钱的跟这个就是真的就是香味，就是真的香味跟品牌。如果你就是精致的女生，你就一定要买就是祖马龙。为什么？祖马龙的沐浴露太好用了，它的洗澡洗到身上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负担感，而且它的香味，我的天哪，太治愈了。它给到你更多的是一种你洗澡的体验和你用这个产品的一种身心愉悦的感觉，跟那种美们祖马龙的我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故事跟它的一些品牌的调性。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样的一句话，这个产品我推荐给我直播间的贵妇姐姐们，因为我就在用这个产品，因为我特别特别爱祖马龙家的身体系列的东西和它的香氛。我今天下午还参加了祖马龙的那个活动，你知道吗？我最喜欢的祖马龙是干什么？就是我可以荣幸的帮您做一下祖马龙的护理吗？可以啊，它叫做奢宠护理。你知道祖马龙就是你去他们家线下专柜，你知道就是真的，他会用这个先给你洗手，他的洗手不是只洗这个地方，就这个是虽然是洗澡的，他们家还有沐浴的那种。是是是，我跟你们说，就是这两个东西是我爱祖马龙爱到不行的。就这个是我好，我今天下午跟他们老板说，我说老板，我可不可以有荣幸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下祖马龙的身体系列，就是身体乳。你知道我用这个身体乳用空了5瓶了已经。我有见到，我有见到，很大一罐。对，旺旺知道跟我拆过。你知道他说，李佳琦为什么你的厕所这么香啊？我们住的是一个酒店啊。我说我的身体乳很好闻，我说我的身体乳就是祖马龙，他看到过我带祖马龙的身体乳出去，我就这么大一罐的大瓶身体乳。我觉得就不必吧，你出差还要带这么大一罐。我跟你们说，他就是用完了之后，跟你们说，就是他洗完澡了之后，你就像是喷了香水，而且那个香水不是冲的，就是那种自然像你身上本来发出来那种香味的一个味道。而且你用它洗完澡的睡觉，你的被子就是香香的。是的，你第二天再去上，就是再钻进你被子里面的时候，发现哇，我的被子好好闻哦。美们，我跟你们说，这个是沐浴露，但是我今天跟你们说，为什么祖马龙可以卖这么贵？因为它卖的是一种什么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跟一个很香，就是很好闻的一种愉悦感，跟一个体验的感受。所以我推荐我直播间买得起300多块钱一瓶的沐浴露的女生们买祖马龙。好，怎么样去用这个产品呢？很简单啊，我觉得就是我跟大家来，就是我不是那么专业的人，我只是在直播给大家演示一下，就祖马龙他们在。就是线下是怎么样给你们去做的啊？英国玉里小仓了，那我用同款香型给你洗。是今天的活动才有这一趴，还是说、就是？不，我以前体验过，然后我体验过之后，我会觉得太开心了。好，首先你知道，就是他们会用那种白色毛巾，我这里就是有点做作，就用这种毛巾，所以他会用很多的毛巾先去，因为他那里你知道他们每个门店都会有水龙头吗？你知道吗？这个毛巾有点很吸水，这个毛巾，这毛巾种草。怎么？我跟你们说，他们每一个门店都会有什么？会有一个金色的水龙头，然后会说、女士，然后把你的手给我，然后就是这样，先帮你用，就是用那个毛巾先把你的手擦，然后帮你去清洁你的一个手臂的肌肤，然后他会用一些就是沐浴露或者是洗手液，
然后先去帮你做什么，做一个清洁，嗯，然后就是帮你先打泡泡了之后，然后帮你就清洁你的一个肌肤，就像你在帮，就是在你自己家里面做洗澡的一个感觉，嗯，就是先帮你做一个奢侈护理，就是特别像那种澡堂的搓背师傅。哎，你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啊？搓背师傅也是有点点就是过了吧，就是帮你会去洗，然后你会闻到这种味道，你没有，你认真。有很好闻，对不对？有你知道我在那体验的时候，真的我把手放到那，我感觉哇，太舒服了，只是没有这么的简陋，我只是就是简单的帮你们这样做一个小演示啊，嗯，然后再打多一点点泡泡，好了，它的泡泡是那种微泡型的一个沐浴类的产品，就是它打出来的泡泡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就是不有任何的一些刺痛感。然后我跟你们说一下，就这个沐浴露洗完，你摸一下你自己皮肤，现在它跟别的沐浴露完全不一样，滑滑的，哦，是不是，嗯？它洗手的时候滑滑，然后你把它冲掉了之后，我跟你们说。第一个它的香味会非常非常的好闻，第二个你它的皮肤就真的就细腻到爆炸，你闻你的皮肤感觉你的皮肤浸泡在一个香水瓶里面浸泡了一个晚上的感觉，嗯，对吧，超香。然后我跟你们说，它会直接再给你们用一个什么，用一个身体乳去涂，还或者是护手霜，那是我以前体验的是身体乳，它就是把身体乳直接然后涂在你的皮肤上，哦，然后整个揉出去，然后按摩，按摩到吸收，它的身体乳会慢慢的变乳白，然后变乳白了之后，然后按摩按摩按摩就被皮肤所吸收了，对的。然后它就会，我跟你说，嫩到爆炸，而且你睡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巨嫩，然后感觉你自己变成一个小泥鳅，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就是整个的皮肤变得超级超级的弹润，你现在就是看你的肌肤，你摸你的肌肤超滑，而且很好吸收，不油腻，对不对？真的是，然后你就闻你的皮肤，真的是有落差的。你闻你的皮肤，你闻你的皮肤，我想抱着它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真的抱着睡觉，就是我就是在祖马龙体验到了这样的感觉，然后我就从此爱上了祖马龙沐浴露。这个我跟你们说，他们家身体乳你们可以先体验一下，因为我们会送大家小小的给大家，白了好多，因为清洁好了就适合了身体乳，你的皮肤就会嫩滑，是的，就会嫩白很多。因为现在城市污染包括阳光紫外线的侵蚀，是会让你的皮肤越变越暗沉，嗯，和越来越容易氧化你的肌肤，所以我们要给我们的肌肤身上也涂一层油，是的，因为我们的护肤品都是用油脂做的，所以就是涂完了就会发现你的皮肤哇哦，就真的变得非常非常，你知道我是一个真的从身体都是比脸还白，你看我的就是身上的皮肤比脸的皮肤还白，因为第一个我不晒太阳，第二个我尽量可以穿长袖去避免我手臂露出在阳光紫外线上，第三个就是我每天洗完澡早上晚上都要涂身体乳再睡觉，他们家身体乳巨好用，如果你有经济条件买他们家黑色的身体乳更好用，这个是他们家的经典香型的一个身体乳，他们家还有黑色瓶子叫做馥郁香型的身体乳啊，好闻到爆炸，好不好美们，这个我们可以推荐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再来买，因为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还会觉得说不会用身体乳，但这个身体乳你们一定是用用看，先送小的给你们好用再来买大瓶啊，天猫店铺价375块钱一瓶，祖马龙250毫升的沐浴露，有很多的味道，杏桃花与蜂蜜、黑石榴，我来给大家用一句话来介绍它的味道，每个有什么特点。黑石榴是一个酸酸甜甜的一个初恋少女的味道，杏桃花与蜂蜜是一个很就是温暖然后很就是中性型的一个香味，然后还有柚子的一个味道，妹妹就是一个就是果香味，就是如果你就是喜欢那种很真实的那种柚香啊，然后柑橘上可以买柚子味道，英国鲤鱼小苍兰树刚刚跟旺旺用的味道，就是一个女生很精致女生的一个香味，然后鼠尾草与海盐是男朋友衬衣的味道，就是比较偏中性型的一个男香味，然后红玫瑰味就是玫瑰花香味，然后罗勒与橙花它就是一个酸酸的一个就是柑橘类的一个香调，罗勒与橙花很好闻，也是比较偏男生的味道，橙花味我很推荐，橙花味我超喜欢，我有他们家很多的橙花沐浴露、橙花香氛等等等等，还有美们，接下来下一个含羞草与小豆蔻是我最喜欢的味道，奶香味，含羞草与小豆蔻，你睡觉的时候我感觉你回到了小时候在喝奶嘴、喝奶瓶的时候，就是那种奶香味，还会有青柠、罗勒与柑橘，也是一个比较偏度假然后海边然后橘子去水的味道，还会有蓝风铃，也是他们家最有名的一个味道，还会有到的是嫣红牡丹与几绒，性感女生买嫣红牡丹与几绒，以及虞美人与大麦限量香型田园系列的啊，来三二一上链接，店铺拍下会送大家两只祖马龙 Q 香，佳琪直播间会送大家15毫升入就是沐浴露，再加15毫升身体乳，再加一个浴帽给你们，要备注哦，拍下必须备注佳琪的名字，是在我们的20号宝贝链接，拍下一定要备注，没错，因为这个是真的非常少的货，赶紧抢啊，李佳琪最爱的含羞草与小豆蔻，一个 ID 只能买一瓶，如果你要多买的话要分 ID 来买啊，要分 ID 来买好不好，
谢谢你们哦，谢谢大家。这个我推荐给我们直播间精致的猪猪女孩，精致的女孩们去买的啊。对对对，在二十号宝贝链接，谢谢大家，大家今天先付50元的定金哦。记得一定要付50元的定金哦，好不好？真的，真的就是。你现在闻你的皮肤，你的皮肤还是香的，就很一直就是一直会是香香的，很好闻，超超级好闻。你纠结了，好，现在我最喜欢的味道已经没有了。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买什么？你买，如果你是就是你是那种就是性感女生，你可以买嫣红牡丹，牡丹嫣红与几绒，这个味道也很好闻。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选的话，我会推荐你。英国鲤鱼和蓝风铃，这两个味道是完全不会出错的。是的，就是鼠尾草与海盐、英国鲤鱼小苍兰、蓝风铃、橙花、青罗勒与柑橘都不出错。嗯，哦，这几个味道是真的是超级明星款的味道。是的，好不好？谢谢大家，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谢谢你们的支持哦。相信佳琪，这个沐浴露会让你爱上洗澡。是，好吗？真的会让你爱上洗澡。然后所有女生记得了，迪奥的那个尾款是在今天晚上还是明天晚上付尾款？迪奥是今天晚上付尾款吗？十二点钟以后是吧？迪奥是明天晚上付尾款，应该是十二点钟以后付尾款啊。我问一下，嗯，好不好？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谢谢大家，大家可以自己去抢哦。啊，三十号，美们，明天晚上就十二点钟之后，大家记得付迪奥的尾款了啊。嗯，还有一个小时，大家记得付迪奥的尾款喽。好不好？分享了直播间，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大家。嗯，所以你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体验，你会在家里面平时会这样涂身体乳了吗？不会，女生就是懒的，真的。你跟你说，你们真的逼自己一个星期，你们每天洗完澡涂身体乳，你会真的发现你的身体有很好的改变，好不好？不要每天把脸画把钱花在脸上，身体不管了。嗯，英国梨，不好意思啊，哎。他们在说，我说是英国梨，就是英国梨。英国梨，你们不要再说我的普通话了，真的。嗯，哦，好，明天呢一定要记得付迪奥的尾款，因为明天只有一天时间可以付迪奥尾款，好不好？只有一天的时间可以付迪奥的尾款，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付迪奥尾款哦。好了，嫣红牡丹与几绒也没有了，也下架了。嫣红牡丹与几绒也下架了，买了橙花，谢谢你。好，我们下面一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最后一个单品，它是来自于美门日本的高端护肤品牌来了。哎，那个就是卸妆了没有？好，卸妆，我来帮你做一个护肤，你可以睡觉了。准备，哎，把精华有吗？我们今天推荐的精华吗？哦，有。来，拿一瓶精华给我。嗯，好，所有女生，接下来给你们推荐一个日本高端的护肤品牌奥尔滨，它也可以称之为奥碧红，对不对？他现在有两个名字，还是奥尔滨了。好，今天就叫奥尔滨。好，来美们，1956年创立的，他深受到广大消费者喜爱的原因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他们家独创了一个科技的护肤理念，叫做什么？叫做先乳后水。你会都说神？你会说错了吧？你一点不专业，美们，真的哦，他们家不是先用水，他们家是先用乳，先用乳再用水去帮助你做先乳后水的。一个体验，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知道吗，很多的老师会告诉你说，你用卸妆油，你用卸妆水，你用洗面奶，洗完了肌肤还会有残留，对，皮肤上面还会有残留，那这个渗透乳液是可以彻底卸除化妆品和卸妆品残留的油分，并软化你皮肤的角质，调整你肌肤的水油平衡，被誉为护肤的催化剂。它可以加速后续产品的一个吸收，先用渗透乳来让你的皮肤更加的干净跟透的时候，就毛孔张开的时候，你再去用你的精华水精华面霜才会更好的吸收。所以美们，奥尔滨家用到的是先乳后水的一个技术。该怎么用使用产品我来教大家啊，很简单，拿出你们家的化妆棉，是洗完脸的第一步，洗完了，这么快，可不吗？你卸妆也太快了吧。来看一下卸妆快有什么样的缺点啊。来，渗透乳我们挤两泵左右，然后呢可以先把我们的渗透乳液均匀的先点在我们的两边肌肤上，是，然后呢很简单，先把它轻轻的拍开，额头上也是，然后用我们的化妆棉先在我们的皮肤上打圈，然后从鼻的地方
了，往两边提拉涂抹。是的。你会说佳琪用了第一步的乳液，会不会你的皮肤超级超级的就是润了，就吸收不了别的营养了？妹妹，它好好吸收，它这个渗透乳超好吸收，你就不用担心说它会过于厚重或过于油腻啊。是的。额头也是一样，从我们的眉骨的地方往上涂抹，或者从眉心的中间往外涂抹，轻轻擦拭，你看它就被吸收了。然后你用完渗透乳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很亮，然后很润，因为皮肤洗完脸了之后，你的水油平衡是不稳定的。那他们家独创的是一个先帮助我们调节肌肤水油平衡，再去做什么做吸收的一个品牌。眼睛下面，鼻翼、鼻沟沟一定要注意照顾到，嘴角，然后下巴，好，然后这边，脖子照顾到。好啦，美眉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我感觉可能都是黑的，看一下啊，聚焦，聚焦，看到没有，这个下面都是黑的，看到没有，这一圈都是黑的，它是棕黄色的一个颜色，可以看得到吗？是不是这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就是黄黄的，这块位都是黄的，可以看到吗？因为这个我们直播间可能灯打得太亮了，我要拍给大家看，真的拍给大家看，就这一圈都是黄，这就是皮肤没有卸干净和你就是卸妆残留物的一些，哇，这个也这就是卸妆的残留物，你这有点太滑，所以就是随便卸妆就是这样的效果，然后睡觉了完蛋，然后你睡觉了就完蛋，好不好？这样子你睡觉了真的就完蛋，因为这就是在你皮肤里面让你皮肤长各种各样东西的一些脏东西，一些污渍，好不好？看到了啊，好，用完了之后呢，很简单，直接把我们的健康水，来把你的手借我吧，因为我没有洗手，留在那让它底下再用的健康水可以直接倒在我们的手上，然后两个手掌回温了之后，轻轻按压在皮肤上就行了。对，按压在皮肤上，你会发现它的水更好吸收，是对吧？因为先把水油平衡调节了之后，你再用精华水，再用健康水去让你的皮肤更加好吸收，你再去涂精华，再涂面霜，你的皮肤就是真的很稳定，而且修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它是渗透乳，也可以叫做什么，也可以叫做先导乳啊。所以这一瓶是里面有美白的功效以及美白特征的一瓶。就是不是美白特，就是美白效果成分的在里面，所以这一瓶是可以让你美白，这一瓶其实不是在美白，因为这瓶叫做健康水，它是维稳你肌肤的一个健康的，所以这瓶美白，这一瓶帮助你维稳，它是三重焕白，可以抵御城市污染，让皮肤的暗黄，让皮肤的一些不弹，就是不，就是就不充实，就是你皮肤的下垂和垮，所以这个就是一套我会推荐给大家的，非常非常大瓶，这一套我跟你们说可以用很久，好吗？好，美们。一瓶渗透乳再加一瓶健康水，天猫店铺价1180，今天我们比618的活动力度更便宜，更便宜，天猫店铺价1180，佳琪直播间领150元优惠券，1030买就送镜子或者是包包，两个随机一个、哎、对，两个随机一个，好，这个我们不多说，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多值钱，买就送什么东西，美们，就是同款健康水27毫升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六瓶，七瓶，八瓶，八瓶27毫升等于送216毫升的同款健康水给你们，是这个强烈推荐，健康水真的卖得非常好，这330毫升，这个330毫升，这个是216毫升，用它来湿敷，用它来全脸涂，闭口的地方很容易消掉，这款是健康水，来帮助你解决肌肤健康问题，要帮你调节水油平衡，然后再送美们60克同款渗透乳一瓶，两瓶，三瓶，3618，180毫升的美们健康乳，不就是那个渗透乳，再送一个30毫升，一共是送你210毫升的渗透乳给大家，赠品价值1087，相当于买一套送一套，好不好？相当于买一套送一套，还有很漂亮的美们帆布包哦。是的，这个真的比618的活动力度还要大，因为赠品更划算，赠品更多，好不好？赠品更多，你准备好了没有？所有女生，奥尔滨，3、2、1，上链接来喽。是，今天。往下滑，详细没领券，这个只有6000份哦。对，21号宝贝链接，大家点开链接，然后滑到详情页，自己去领一张150元的优惠券，到大概是1030元。记得领取优惠券，大家一定要记得领取优惠券哦。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头顶上方红色按钮，请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啊。
每次几泵乳液一泵全脸用就好，两泵全脸用。是的。然后水的话就四到五滴按压涂抹就行了，你也可以用来湿敷。嗯，对，你可以用来湿敷，没任何问题的。还有800套、600套、400套、300，没了，加货。好，来阿尔滨，我们再加最后3000套给大家。今天只有好不好的6000套。是的，因为今天只有限量6000套，这是比苏的128的活动还要大。是的，是的，真的还要大，很好用，很好用。嗯，送超多，真的送很多。美们，这种小水27毫升，你出差一个星期刚刚好。然后包括你做一些水膜，你也可以用这个27毫升倒在那个面膜纸里面全脸涂。这个很好。就相当于一组阿尔滨面膜，两组阿尔滨面膜，8组阿尔滨面膜出来了。是的。嗯。加好了。混合性肌肤都可以用啊，来阿尔滨加好了。大家自己要动手去详情页领券，150元优惠券，既减钱，而且赠品又多。记得领券，一定要记得领取优惠券啊！一定要记得领取优惠券，好不好？不要不领券买啊，太不划算了啊！还有最后的1000套，因为这是美白套组，很适合于夏天使用的美白套组。然后这个是2号乳液，渗透乳液，2号乳液。嗯，小金管房是什么？小金管，小金管口红，小金管口红直接拍备注我的名字。是的，小金管口红直接拍备注加起名字，还有500套，所有女生奥尔滨最后500套啊，最后500套。喜欢佳琪请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到手价1080块钱啊，1080块钱，还有200套奥尔滨的美白水乳套装。对的，然后美们，我们的雪花秀在宝贝链接的1号宝贝也是还会有一点点的货给大家，起净得付定金100元的定金，然后尾款的时候是付720块钱，然后不用备注，佳琪直播间会送买90毫升送110毫升的同款润燥精华，再送大家2套30毫升的水乳套装，好不好？也是很划算，先付定金100元，想要买这个润燥精华的女生们送超多。嗯，这是李佳琦的专享链接，所以他们的一个月销是没有的，因为我们送很多很多东西给大家， 是别人不能看到的啊，好不好？油皮肌肤可以用吗？当然没任何问题，美们，油皮肌肤没有任何问题，健康系列的产品就是奥尔滨的产品，油皮肌肤以及混合性肌肤没有任何问题。是，然后包括容易长闭口粉刺的女生们，这瓶健康水很适合你，因为渗透乳是适合所有人的，是美白渗透乳。嗯，白皮油皮不是白皮油皮，是干皮油皮混合皮都可以用。这个健康水是帮你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嗯，好不好？来，所有女生，谢谢大家的支持，喜欢佳琪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明天晚上我们8:15也会有直播给大家，我们来先来预告明天晚上的产品有哪一些啊？我们来预告一下明晚产品有哪些。祖马龙忘记备注跟客服留个言，我们祖马龙忘记备注跟客服留个言哦，好吗？谢谢大家。来，所有女生，我们今天晚上会，明天晚上我们会有的产品是美门正宗柳州螺蛳粉，是螺蛳粉。然后还会有到的产品是郭妹的蔬果干，还会有到的是四季宝的花生酱，明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林家铺子的一个清凉清补凉，超好的清补凉，我喜欢清补凉。然后还会有所有女生来一份原味鸭胗，来一份原味鸭胗，以及美们来这个，对的，酒来了，我们明天晚上还会有美酒。对的啊，我们这个是美酒来咯，黑金美酒，好不好？明天晚上美酒178一瓶，然后我们明天晚上还会有到的是苦荞茶来了，我好想它，我上次带回来，对，我上次带回来的全部喝完了，苦荞茶明天晚上来了，还有甄士明眼贴膜，对，在这边甄士明眼贴，还会有到的是馥绿德雅的固发精华液，是。以及还会有我们的那个哦，我跟你们说，他来了，我自己买的品牌，哦、日本香糖。这个真的，哎，这个我终于给你们囤到货了。这个明天晚上只有7000个白桃味，我家的味道。如果你们想要跟李佳琦 get 我同款家的味道的话，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超好闻，这个真的好闻到爆、嗯。这个男就是我家的味道。这个好闻、嗯。那天办公室突然飘过一阵桃香。这个是日本香糖的白桃的一个檀香，这个檀香巨好，我把他们家买空，我个人哦，我个人把他们家的天猫旗舰店买空，然后我们就白桃味他们都买不到了，你知道我推荐给好多好多人，他们都买不到这个味道，就是我真的就是把他们家这个味道买空，因为我们家很喜欢，我很喜欢点香，我很喜欢香味，所以这个你们一定要来抢到它，好不好？明天晚上天猫店铺价是94一盒，我自己买94一盒。他们家给到我们的活动是69一盒，118两盒给到大家啊！好，日本香糖的产品还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悬浮收纳扇，嗯，
这个是带一个加湿器 的悬浮收纳扇，279/299，还会有刘雯同款的包包，这个包包很好看，这个有刘雯同款的包包，这个包包你们一定要买到，这个欧阳娜娜好像也背过，对对吧？美们，这个包包是刘雯同款的，欧阳娜娜也背过这个包包，这个包包很好看，来给他们看一下，近距离，超漂亮的，这个包包真的非常非常有质感，但这个包包有点贵。天猫店铺价是2998，加入直播间到手价是2548，买就送正装的拼色双肩包一个。是的。买包包送包包，这是只有我们直播间有的活动。这个包包只有2000个给大家，对，好不好？这个包包只有2000个，2548，这个包包超好，超好，真的非常非常好搭，真的非常非常好好看，真的非常非常高级。还会有到的是所有女生我们的那个三。Adam， 对的，这样读啊 ，Sam Adam 的一个就是乐福鞋，就是女生穿的乐福鞋，就是这种小的单皮鞋。天猫店铺价是1299一双，加一直播到手价是699一双，有浅棕色、黑色、白色、驼色、巧克力色，然后还会有到的是 CPB， 终于来了，我的天内，来美们 CPB。美们镭射精华来咯，是我的最爱 CPB 镭射精华，1250，加一直播间1250，买就送4721。4728，买就送同款镭射精华28毫升，再送大家精华水12毫升，买30毫升送28毫升，再送精华水给大家，还会有 IFSA 流金水来喽。是的，美们 ，IFSA 流金水它来了，天猫店铺价350一瓶，价值不菲350一瓶，买就送粘土面膜，买就送洁面乳，买就送美肌液，买就送美肤水，买就送修饰喷雾，买就送化妆棉，相当于50%的活动，送的赠品是357。是的。好，还会有到的产品是所有女生奥伦纳素美们泥膜来喽，这个哇390一瓶，加入直播间290一瓶，买就送冰白面膜两组，哇哦，买它。还有到的是 MAC 生姜高光340，买就送 MAC 双头刷以及美妆蛋，还有粉底液体验妆，是生姜高光来了，以及路德清 A 纯眼霜，我们618的时候，对的，卖爆炸，真的，路德清 A 纯眼霜来咯，路德清 A 纯眼霜来咯，天猫店铺价229.9一支，佳琪直播间159.9一支，两支269.8，这一支有钱的女生给我全脸涂，来帮你抗皱的超高浓度的 A 纯眼霜，这个买它两个，然后再送一包湿巾，只要卸妆巾269.8啊，超便宜。还有到的是美们，它来了，贝玲妃一步到位的眉，就是防水型的一个眉胶，定型眉胶，这个眉胶巨好用，让你眉毛立马变粗的。这一款是天猫店铺价225块钱一支，买就送迷你染眉膏1.5毫升给大家啊。好，还会有的是美肌奶皮面膜，天猫店铺价279，加入直播间到手价209，40片。还会有到的是 YSL 圆管口红80号色到货了，YSL 圆管口红80号色到货了，明天晚上大家记得来抢 YSL 的80号色，好不好？记得来抢 YSL 的80口红哦，超好看的80号色，谁涂谁好看，这几颜色太适合夏天用了，这几颜色刚刚囤货到15000支，这支刚刚囤货到15000支啊，好不好？好，谢谢你们的支持哦，所以佳琪可以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谢谢你们啊。来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件 T 恤你们要不要，我问一下你们啊，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这件 T 恤你们会要吗？是一个韩国很有名的设计师品牌， 对的，美们，这个你们会想要买这件 T 恤吗？韩国非常有名的设计师品牌，这个大家应该会有知道的吧，会有年轻女生都知道吧，嗯，这个很贵，这个代购买都很贵，很贵，300多，然后我们直播间呢169，你们要不要？这个代购买300多，我们直播间169。我先退。T 是不错还是不要？他们说我觉得这条裙子比较好看。等一下，我先把裙子脱掉，等一下。疯了吧你？还可以了，这个 T 恤真的还蛮好看，因为这个 T 恤真的在韩国很多艺人都穿。对啊。非常非常多艺人、明星、艺人都在穿这件 T 恤，这件 T 恤很好，很不错，就很时尚、很潮流那种 T 恤款。好不好？这个真的，你找代购买就要300多一件。我们明天晚上是天猫旗舰店，不是明天晚上，就是我们会有天猫旗舰店，然后是100多块钱一件，对吧？169，好不好？还有什么要给他们看的吗？还有在楼上。嗯，那明天看吧，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喜欢，加一起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所有女生明天晚上8:15哦，我们不见不散哦。谢谢大家，早点休息，谢谢你们，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拜拜，谢谢大家，明天见，拜拜拜拜，明天见哦，再见，明天见，谢谢你们，拜拜。